叫助理来坐啊。陈委员，你袂使走呢。陈委员，走你也着讲较忝，袂使走。
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9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先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14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5月9日上午9时13分至12时27分，下午20时33分至5时41分，11日上午9时10分至12时1分，下午20时42分至7时19分。12日上午9时15分至11时52分，下午20时59分至5时8分。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及群贤楼9楼大礼堂。出席委员黄委员、昭顺等15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42人，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内政部政务次长陈纯敬等。主席曾召集委员齐迈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继续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等16案；二、审查请愿文书2案，分别为台中市议会、基隆市政府请愿文书。决议事项：一、请愿文书2案，请委员于审查相关法案时参考不成为议案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7条之规定，送由程序委员会报请愿会存查并通知请愿人。二、集会游行法、集会游行保障法部分，一、第一案、第三案、第四案及第六案并案审查。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委员黄国昌所提修正动议2案一并讨论。二、委员林淑芬等20人及委员陈明文等21人所提废止集会游行法案不予废止。三、法案名称修正为集会游行保障法。四、第5条及第11条均保留。五、其余条文修正如下，请参阅议事录文本。六、现行条文第4条、第8条、第10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第16条、第17条、第23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第30条、第31条、第32条、第33条、第34条均删除。七、行政院提案第8条、第12条、第13条、第15条、第24条至第26条均不予采纳。八、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15条不予采纳。九、条次及条文中之条次授权议事人员调整。十、本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曾召集委员齐迈于讨论时做补充说明。三、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部分另定期继续审查，临时提案2案均决议照案通过。散会，宣读完毕。委员对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错误跟遗漏，我们就确定。那我们进行报告事项，请先读。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内政部、财政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国防部，就我国土地产权中公权与私权间因法令规范不明致无法认定所有权人等争议，例如原住民传统领域、原住民保留地、祭祀工业、神明会、耕地375租约地主与佃农间争议及日据时期民众被日本政府占有土地等土地无法有效利用，导致民众权益受损，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介绍列席的官员。原住民委员会中常务中副主委，好，然后内政部的林常务次长，原住民委员会土地管理处的杜章处长，综合管理处的亚伯副处长，内政部地震司的司副司长，民政司的郑检任视察，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的副署长、编副署长，行政院农委会林务局的副局长杨副局长，行政院农委会的徐专门委员、企划处，农粮署的谢继正，国防部经备局工程引产处的李专门委员。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原住我们委员不用介绍了哈，陈超明委员、徐委员哈。那我们现在就请原住民委员会的中副主委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
村民会委员会邀请就原住民族土地产权中公权与私权间因法令规范不明致无法认定所有权等争议，土地无法有效利用导致民众权益受损进行专题报告，以下仅提出相关说明，敬请各位指教。依据原计法第二条第五款规定，原住民族土地系指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关于原住民族土地之流失跟演变，经查1895年日本总督府以日令第26号公布关有林野及樟脑制造业取缔规则，其第一条规定，无官方证据及山林原野之地契算为官地，至此原住民族土地全部都收归国有。至1928年又制定森林事业规程，将准要存置林野土地约24万公顷高沙族保留地及作为原住民族生活及活动之场域，现今政府沿用日据时期旧有的土地制度和管理范围。以下仅就原住民族土地有无公权与私权间因法令规范不明之无法认定所有权等争议说明如下。一、原住民族保留地产权部分，在公有原住民保留地，依照前省政府在57到64年办理原住民保留地总登记，目前原住民保留地总共42万2811笔，总面积26万2668公顷，其中公有原住民保留地面积149112公顷，占56.77%，产权系登记为国有，所有权人为中华民国，管理机关为原住民委员会，除其他机关依法拨用外。另预计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第37条及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规定，公有原住民保留地可以透过设定他项权利满五年后可以取得所有权，原部分公有保留地尚有他项权利人，上述相关产权如下。一、政府机关学校拨使用部分约6491公顷，占2.47%，他项原住民取得他项权利部分目前约25368公顷，占9.67%。在私有原住民保留地部分，依据宪法第15条关于人民财产权保障的规定，确保个人财产之存续状态、使用其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能，原住民保留地除一三保条例第37条规定所有权移转以原住民为限外，私有原住民保留地与其他一般私有土地产权之规范并无二致。目前私有原住民保留地有113555公顷，占43.23%。综上所述，原住民保留地相关法令规范尚属明确，目前土地产权中公权与私权间因法令规范不明致无法认定所有权之情势应不致发生。二、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产权部分，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现况目前尚无相关法律规范其调查、划定及使用等程序，且尚需大量调查工作作为基础。为了解决传统领域土地的问题，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保障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的权利的精神，原本会现行以双轨并行的方式，同时进行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简称土海法，及原计法21条第4项所授权订定土地划设办法等法制作业，以规范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调查、划定及使用等程序。另一方面，则同时进行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调查、确认及宣导等工作，其能使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问题可以获得实质的解决。目前本会传领调查的成果，依行政区域调查完成全国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初步的范围，并完成7684个地名、传统地名、3219个故事以及325个领域界限划设等基础资料的会诊，概估面积大约170万公顷。本会并在102年3月将相关传统领域调查成果公告于本会的全球资讯网上。目前传统领域调查成果范围内涵盖了公有土地以及私有土地，其所有权之归属均依现行法令规定加以确认。所以目前调查原住民传统领域土地范围之所有权，
由于尚未完成法制化工作，故 公司有土地均依土地法、国有财产法、土地登记规则、地方制度、地方自治等相关法令规章来确认其所有权之归属。第三决议，原住民族土地包含原住民保留地跟传统领域土地，原住民保留地现行又有征划编辑回复权利等相关土地的措施尚称完备。至于传统领域土地的部分，本会未来仍将持续推动土海法的立法工作。目前本法案行政院在105年2月1日送大院审议在案，另外使各界了解支持本法案，本会也在去年的8月至9月举办了4次的市场制的说明会，也并请乡镇县市依年度计划办理部落说明。另外在去年的9月14日也赴立法院与原住民及立法委员进行意见交流，以其尽速完成立法，亦请大院及各界支持本法案的推动。另外土海法草案未公布施行前，本会也依原基法第21条第4项所授权订定土地划设办法等相关的法制作业，为其审慎周延，本会在105年召开过3次的跨部会协商会议，并依各机关的意见修正草案内容。原本办法公布施行后，对于政府或私人于原住民族土地进行土地开发、资源利用以及限制使用等影响极大。将视草案完成研商后，后续办理分区征询座谈会，并尽速完成法制作业的工作，进一步保障族人的土地权益。以上的报告，敬请指教。好，谢谢原委会的报告。接下来我们请内政部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好。首先我想要代表内政部感谢我们内政委员会对内政部业务的支持及鼓励。那今天代表内政部就我国土地产权中公权与私权间因法令规范不明致无法认定所有权人等争议，涉及内政部的部分，例如技师工业、神明会、耕地375减租、地主与佃农间争议等。土地无法有效利用，导致民众权益受损。那以上以下简就本部的办理情形提出报告。一、技师工业及神明会的土地。第一部分，地籍清理的背景。技师工业系以技师祖先为目的所设立的独立财产，神明会为共同技师神祇所设立的组织，两者财产属共同共有的性质。那主要都是从清初及日据时代是民间特有的一个组织。那因为历史悠久，所以派下员跟会员散居各地，权力主体认定不易，造成土地资源无法有效利用。为了延续技师工业宗族传统，兼顾土地利用及增进公共利益之目标，所以内政部也制定了技师工业条例予以清理。神明会部分则是依地籍清理条例来办理清理，以解决光复后因多数未设立法人不得为土地登记权利主体，造成财产处分困难等问题。二、办理情形。上述两个条例都是在民国97年7月1号同时实施，那我们也协助地方政府全面办理清查、公告、通知及受理申报。申报完成清理后，除技师工业可依法成立技师工业法人外，技师工业及神明会均可依民法规定成立财团法人，或将其财产登记为派下员、会员分别共有或个别所有。未依法处理其土地及建物者，属托该管土地登记机关均分登记为派下员、会员分别共有。至借其未能完成申报者，除公共设施保留地外，由直辖市、县市政府代为标售。经两次标售而未完成标售者，属托登记为国有。所得标售价金储存于保管专户，权利人自专户储存之日或属托登记为国有之日起10年内，得申请发给价金。上述工作我们也办理了各种的研讨会、讲习会，让地方政府能够积极的办理。
同时对借契还没有办理申报的部分的话，我们要求只要土地还未进行代为标售程序，那民众仍可依法提出申报。那至于在标售土地在还没有决标以前，民众如果提出申报或有正当理由者，得依法申请暂缓标售或停止标售。清理的成果，请各位委员参阅我们的书面资料。第二部分，耕地375减租地主与佃农间的争议。早年为了保障佃农的权益，所以政府订了耕地375减租条例，限制地租，限制耕地出租人终止耕地租约及收回耕地条件，让佃农能够专心工作。如果有这个租佃的争议的时候，必须由当地的乡镇市区公所的耕地租任租佃委员会来调解，调解不成时，由直辖市县市政府的耕地租任委员会再来调处，调处还不成的话，就移送该管司法机关处理，便免收裁判费。又租佃争议案件非经调解调处，不得起诉。这是目前有关他争议的处理程序。另外，自民国89年，农委会修正了农业发展条例。在农业发展条例里头有明定，从89年1月28日起新订之农地的用地的租任契约已不再适用减租条例的规定，回归契约自主的原则。那我想这也是因为农委会有建议，因为很多地主的话不愿意把农地出租，都造成很多的口头租约变成租佃土地的这个租任人的话没有办法有适当的一些发展，所以才做这样的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很多地主可能到目前为止都还不是那么的清楚。那除了农委会来加强相关的业务宣导以外，我们本部在办理讲习会的时候，也会对民众跟相关机关做进一步的说明跟宣导，以解除地主的疑虑。综上，内政部并将持续依照《技师工业条例》及《地籍清理条例》规定，积极协助重新厘清产权来办理产权登记，并利用各种场合积极加强宣导。至有关地主与佃农之租约，现在锁定新的租约，以符合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及契约自由。至于从前有适用减租条例的租约，这个租约争议的话，我们还是会循调解、调处及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予以指正，谢谢。那请问其他的机关有没有补充报告？有点糟糕。财政部要不要报告？你们配合办理。那个农委会要不要报告？那个国防部要不要报告？但是我看你没有书面报告，只有一点点书面报告而已。好，你要不要报告？不报告哈。好，那我们就进行询答哈。一点多呢。我们询答时间按照登记行程哈。那个询答时间，本会委员是8+2，那非本会委员是6+2，截止登记时间是10:30。那现在我们就请陈超明委员。主席，各位列席我们政府官员，各位委员同仁，大家早，大家好。首先要请内政部次长以前啊，我要特别对我们招委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有关于我国土地产权中公权以私权兼，因法令的规范不明，致无法认定所有权人等争议。那例如原住民传统的领域、原住民保留地，还有我们技师工业神明会耕地375租约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争议，还有最重要，在日据时代啊，民众被日本政府占有的土地这边啊，都要去讨论。那因为我处理过一件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地政司的司主任也陪我一段的时间，那这个问题永远在存在啊。政府
机关的话常常啊都以本位的主义在思考他们的问题在。所以今天我们稍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希望在下个会期的时候能把这个问题啊，包括法令的修改，完全的把它解决掉。那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啊，我特别的重视。我曾经处理一个存钱案，我才了解我们苗栗县啊，以前是属于那个台北厅的那个厅啊，台北厅。我们苗栗县还属于台北厅的。那这个存钱案从同治十七年有一个合约存在。那为了处理这个事情，我动用我所有扶持人去找到原始的资料，从国史馆里面拿出来的一个资料里面。那这个我请我们的书长来答复这个问题。书长您在旁边，好，这问题就好答呗。来，请书长。来来来，我再问一下，今天要来以前，我还特别把以前的资料，因为晚上才晓，昨天晚上才晓得要召开这个会。你也不要处理那个案件，他从清同治十七年一个合约书里面叫做金莲城啊，当时的时候四个县的时候有一个城城，只有这样留下来了。你看同治十七年到现在，经过日据时代经过到这边的时候，他们的后代确确实实都存在那个地方啊。像这样的问题要处理，要如何处理？我叫您盖一点的阿公法令的问题，今天我们稍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刚刚好。好，跟委员报告哈，针对苗栗县的那个登记名义人叫金莲城这个个案哈，因为他的权属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目前有公告清理。那因为也经过一年期间都没有他的继承人来申请更正登记，那目前是要透过只有标售方式，让得标人或是占用人、承租人去优先购买。这样才能够厘清他土地的权属。不过那边姓陈的、姓洪的，是都是那个里面有名字的，表示他的后代在那一边。那从清同治到现在，经过日据时代到现在为止的时候，他们要来证明的后代可能要几千人啊。但是他原来一直要依照我们了解，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就住在那一边了。你应该从那个时候把它算起嘛。如果有缴那个房屋税或地价税缴二十年，你就要承认人家了嘛。为什么不去承认？还有你公开标售啊，得标的为高，他们有没有优先标购权？而且是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你说以私价来征收，绝对反对到底。我祖先的土地那安尼的啊，是干啥都没钱，打个迷迷糊糊在那边，又怕缴税。那个地方以前生活是非常困苦的地方啊。是跟委员报告，这个症结点就是说，他登记名字叫金莲城，但是这是我们地籍清理条例第三十三条里面登记时候，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名义登记的土地。那他的继承人，也许他认为说是他们祖先所购买，问题他要拿出足足证明是签同志，他起码拿回出来呗。但是我确实把他找出来，他们看到原始证件都掉眼泪啊，才晓得他的祖先是谁啊。是这一点，我们非常肯定。因为委员也透过国书馆相关的资料去清查。不是啊，但是肯定没有用，我是要解决问题，你搞完我去改管嘛。对，所以因为我了解，好像当事人继承人也拿不出足足证明的土地权属是他们的证明文件，所以目前也只有透过标售，可能是他们唯一的能够。然后占用人或他的继承人优先购买权人去主张优先购买，才能够厘清他土地权属。你再讲一次，就是说，如果上面有优先购买权，那包括承租人、有或是共有人之一都可以，或是占用人都可以来主张优先购买。所以啊，你看从日据时代欺负台湾人到底征收了多少土地，我们都要把它找出来。日据时代不清楚的时候就登记到日据时代，再转到国民政府，再怎么样转来转去，转到大家迷迷糊糊。那个陈委员，他叫你拿这个同治时代文件出来，我感觉这对老百姓来讲是不应该的，不可能的。你对同事我真的找出来，确实他们也承认他们出现。他说他现在还叫你们要去用标售。不是标售，我就是他们觉得没有合理。那个姓陈、姓黄的、姓连的都在住在那个地区嘛。跟委员报告，如果他可以提出足足证明的文件办理更正，哎呦，同志时间要是能提过足足证明的文件的时候，不用再请你出面的嘛。
当时的人从同志流到日据时代到现在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证明，但是从同志里面的姓都一样嘛，他祖先几代他们都能讲得很清楚，最起码他住过那个地方超过50年、60年了嘛。啊，这是事实。那因为就是很多土地有类似这样情形，所以才有订定地籍清理条例来。我是这样啊，你如果他姓陈的，像那个几个人住在那一天的，如果有缴过地价税、房屋税20年以后。你要给他们优先承购权，承购权的认知在哪里？以公告限值加几成这样卖给他们。但是你不在地方，像台北的都市土地很贵，我那边不一定贵，而且都市计划外的他的公告限值只要便宜，不然你用市价来叫他去买外矿，因大概都该该扣的了。所以我们要转个方向，其实这些都是有机可行的。是这些土地是一体两面。今天如果他能够拿出足以证明是他们祖先的土地，哎呦，三八三七八里面安怎证明？我起码感到感谢。哎，一多过一百年，无我交20年的房屋税、地价税，哎，你要买搞我承认？哎，讲你政府的，哎，干那才来政府的呢？嘿，起码好，民进党的支持的土地转型正义里面，就像这样是一条啊。人家有确实也划出那个地方了。跟委员报告，有时候缴纳地价税，那不一定是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时候它可能是占用，也有可能。因为我们地价税的规定，如果找不到土地所有权人，是向承租人或占用人来课税，所以只有光缴地价税，还不能代表他是真正权利人，他还是要拿出足足证明他是。我多记者，不过我从了哈，清朝的时候就有这样登记下来了。你要不要承认？不是清朝了，日据时代安尼啦，啊，恁可无要承认？不啦，因为这是涉及到个案的审认，如果他能够拿出权利的文件，好，我们这条法令我们两个好好也共同研讨，共同修订，看这样的情形，好，好不好？好，谢谢。处长，麻烦你一下哈。来，请处长。委员好。处长，今天我稍微提这问题出来，这实在是基层里面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来处理这样啊，大家拢爱提那个证据要拿出来，其实真的拿不出来。但是住在那土地几十年了，甚至将近100年。我小时候从他们经过，到时候的时候已经66岁了。大概我认识小时候，我家里公众都要经过那个地区，啊，但是咱政府拢无要讲相认，啊，存这问题，你用个什么好方法来解决吗？这个向委员报告哈，昌鲁，其实我们刚刚司副市长也说明了，就是因为有很多土地都是因为产权居住。跟产权的权属其实是不一致的。那后续因为不管是办理更正，要有更正的要件，你即使是要继承，要有继承的要件。所以为了清理这些土地，我们才订定地籍清理条例。就跟委员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就要在竹南，我们也有一些地其实是祖先的坟墓在那里，但是地旁边的地都是别人在种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去主张说那些地是以前我们祖先的。所以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组织证明的文件，所以还是必须回到我们地籍清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跟土地法的相关规定，这是一个法制上的一个面向的问题。但是我晓得地籍清理条例是非常的重要，但是碰到这些问题，我你说你对他们惊死，你的祖先底下土地所有权，你晓得你上一代留下的，但是已经给人家当为坟墓用地，对不对？不是，我们有祖先的坟墓在那个地，但是地都不是我们的，已经也是从清朝的，我们就有好几个墓都在那片土地上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那片地以前是我们的，我们也不能这样主张，因为目前那个地都是别人，都是登记在别人所有名下，别人的名下。对对，但是我们的祖先的坟墓都在上面。对，哎呀，所以这问题，所以我要跟委员报告的是说，土地的问题真的是很复杂。对，那我们要主张权利的还是必须有足够的证明文件，否则我们还是必须回到现行的法制。所以地籍清理条例就是要清理这样子的这些问题跟现象。
啊，陈立杰在坟墓的那边，他的后代没有人出来主张，大概坟墓用地大家也不晓得是谁的土地。确确实实，你讲的跟我讲的一样，我是到国史馆把那个资料找出来，才晓得真的有金莲城，不然还不晓得有金莲城这样子。但是这个已经注明他们四大家族长期都住在那一边啦、啊。嗯哼，是啊，陈家你个去叫人讲去，吼、哦。优先的什么标那个什么？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的时候，我是觉得居住了几十年，应该多好人啊。对，因为报告委员、哦、因为金莲城一本身这个名词，它是一个名词，它并不是一个人。有，里面有人，他讲金莲城谁主持的都有人。对，所以因此我们还是，我想我们地方政府还包括我们内政部一定会全力去协助，用各种方式看能不能收集更多的证明跟证据来证明说。政府会协助，我比您个怕别人，您搞我开会了的早啊，说改法律没有改很困难，侬搞我讲没有协助，啊，确确实实很困难呐、啊。我是这样啊，人家居住在那边那么久了，他只要能举例文件，好，比如二十年、三十年，我正在住的地方，我已缴了地价税，好啊，如果是同个姓氏，大概变不了。另讲，假如他是租给别人，只有使用权，没有土地所有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但是那社区确实是将近一百多年了、啊，人家那叫收地，因为。我们处理这些事情开始叫滔天啊，有很多的方式讲这一点，你们又拿法令来说这样子不可以。对了，委员不够哈，因为当年我们政府在做土地总登记的时候，他的后代子孙也没有出来主张来总登记。你知道五百几那怎样？那我曾经读册读到管呢。无啦，我以前嘛无读册。这内底到底有没有什么有迹可循，可以找出一些足以佐证的？我想我们地政司这边跟苗栗县政府哈、哦，跟地政事务所这边都在相关，在帮他们在收集相关的资料啦。我想委员的持续关心，我们非常重视。好、啊，谢谢。好，谢谢。这个问题还问足深的，对土地无足了解，人讲不出来啊。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李庆义委员。啊，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内政部林次长、原民会中副主委。委员好。啊，两位好，辛苦了哈。是。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先表达一下了哈。今天来的都是常任文官呐。哦啊，老实讲，你们也没有办法做政策决定了。哦啊，但是你们两个都非常资深，我想你们也都留任哈。那拜托照顾一下我们新进去的部会首长，好，那麻烦你们，好，来，那既然这样，你们这么资深，我就来问一下比较细节的问题，哈，我们今天谈的是地级管理嘛，好，那我先请教一下，来，第一位，地级清理现在由谁负责？那个林次长，报告委员，如果是地级清理条例的话，是我们主管机关是你们内政部嘛，主要是地政司在负责嘛，对不对？但是实际执行交给各县市政府，没有错吧？是，好、哦，没有错。好，来，那中副主委是你们地级清理，特别是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不是依照地级清理条例，而是依照其他相关的法律，对不对？是，包括原住民的相关的基本法，还有这个国土保育，还有什么？类似这样的案子，对不对？三保条例跟原住民，但是你们查的也是地级清理，没有错吧？是，好、哦，所以这个讲起来，地级清理就是内政部还有原民会都要负责任，没有错。好、哦，来，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就是在这个地级清理里面有没有产生彼此冲突的问题，然后这个地级清理我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哈、哦，这个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来，下一页，我先请教林次长，哈、哦。我们地级清理条例的目的，其实地级清理条例第一条讲得非常清楚嘛，对不对？希望土地的管理非常清楚，这个非常明确，然后才可以做有效的利用，没有错吧？好，那地级清理条例的第五条，来下一页，其实也规定得非常清楚，过去就这种四种情形，
包括神明会啦，或是日据时代的会社或组合啦，或者土地登地不全或是不符，还有权利主体不明，有这四种现象，对不 对？我先想请教这个林市长，你们对这四项做了清查嘛，对不对？那包括所谓的第一期跟第二期清查，没有错吧？第一期清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报告委员，我们从1997年开始，1997年到102年，第二期是103年，准备到108年，没有错吧？是。好，那我请教你哈，1997年开始到去年104年为止，你们到底完成了多少？向委员报告，这个地籍清理，其实地籍清理条例是一部分，另外一个我们是技师工业条例，也一样是在做地籍的清理。没错。那我在书面报告里头已经特别报告了。你们提到你们的书面报告提的是以面积来算，总共45%嘛，没有错吧？那是地籍清理的部分，但是技师工业的部分已经达到60%，超过60%。我今天没有谈技师工业了，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地籍管理。来，我们下一页。好，再下一页，这是第一期跟第二期。来，地籍清理，你们其实依照这四种在地籍清理条例第五条里面规定的这四项，你们做了一个统计，然后前面是已经公告的这个笔数嘛，对不对？是。最后面是你们已经清查完毕的数字嘛，没有错吧？是。是。那我做了一个计算，哦，你们有关神明会的清理的比例是33%，有关日据时代是51%。哦，然后这个不全或是不服的有25%，那另外权利主体不明的是14%，你们整体的成绩才26%。那次长，你要不要对这个说明表示一下意见？只是部分而已啊。这个是笔数嘛，是你们给我的资料嘛，对不对？笔数没有错嘛，那清查出来公告书也没有错嘛，那所以算起来比例，你们只做到26%，从1997年到104年。哦，跨过第二期，那总共做了26%，没关系了，市长，数字先不重要了。报告委员，因为您后面的这个26的这个部分是里面的一项，就是神明会等五类土地的这个更名，不是啊，是依照你们地籍清理条例，就是地籍清理条例的第五条规定，你们要做这四项的清理嘛？那做出来的整体的比例是26%，没有错嘛？报告委员，我们的地籍清理的话，表上的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项，但是另外我们还有其他几大项，我们一共是有14类，那有像例如协助寺庙取得使用的土地，或者涂销光复后等等，嘿，对，所以数字我了解了，我们的数字没错。我今天只是在问你说，依照地籍清理条例第五条的规定，你们目前只做到26%嘛？我们的数字其实是已经到了，那个不重要了。我下面要问的是，来。你们清理过以后，照理说清理过以后，依照地籍清理条例的规定，如果我清理过以后，我就可以做有效的处理，没有错吧？是。那我先请教第一件事情，这四项彼此之间有没有冲突？有没有说，我是以神明会登记的，你们也清理完毕了，结果最后变成日据时代的株式会社所登记的，有没有可能这样？不会，因为如果他是现在权状上是株式会社的，我们当然就是他就是去处理他的。那我们现在神明会是以现在权状上、就是。你听过暨美会没有？你听过暨美会没有？我知道好像是在嘉义，在嘉义市好有一个暨美会，这是日据时代的会社。现在发生很多情形，就是原来的权状是寺庙登记的，结果后来清理以后都通通跑到暨美会去了，那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寺庙他也拿出他的土地所有权状，但是后来根据地籍清理条例清理完以后，全部变成暨美会的，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这个可能？来，市长有没有这个可能？是不是请副市长？好，副市长来，有没有这个可能？跟委员报告，如果是他是属于会社组合的土地，我们在清理条例17条、18条规定要减负股权或出资比例的证明文件来申请更正登记。那如果他是属于寺庙宗教团体土地，那我们第6章也有专门处理寺庙宗教团体土地。那因为有时候登记名人光写记名会，我刚刚请教你的 是，寺庙的土地所有权状拿出来，但是因为经过地籍清理条例的处理以后，它变成记名会的土地。那记名会是日据时代的会社嘛，对不对？那所以我现在请教你，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因为有时候登记名人他光写个名字，我们实在很难从外表去判断，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你们这四项之间的彼此冲突，没有错吧？应该不是说冲突，我现在就问这个嘛。我本来是宗教土地啊，我拿出来我土地所有权证都有啊。阿金花公，雄雄变 JB 会，JB 会，我要去谈
我要跟他透公，不，来，提来买。啊，所以这个情形是事实上有发生嘛？你知道吧？是有这样的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那我要跟你们报告，来，你们准备怎么处理？要跟委员报告是说，有时候光从外表上的登记名人很难去判断他到底是属于寺庙宗教团体土地，或是神明会。我当然知道，本来要由当事人举证。不知道是这个本来就困难嘛，是，所以才要你们去地级清理嘛。那我现在指出来是在实际的状况里面发生这样的情形，原来登记在寺庙嘛，结果现在一清啊变日据时代的会社去了，所以寺庙团体搞不清楚嘛，群起反弹嘛，这个就是你们清理条例做出来，那事实上发生问题嘛，你不要跟我在这里讲说啊法条怎么规定啊清查不容易，清查不容易才要做地级清理嘛，那现在这样的问题你们准备怎么解决？报告委员，因为如果说如果是寺庙的土地，结果清理了以后，他有土地所有权状哦，那有几块有部分不清楚哦，可能是日据时代会社也有，或者是第三项的权责不明的也有，那后来搞一搞就变成全部都是日据时代的祭美会了，这个就在嘉义市发生的情形嘛，包括最大的城隍庙跟最大的地藏庵都是如此嘛。那我现在问你的是，针对这样的情形，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报告委员，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回到我们的法令，因为这就是人民怨叹的事情嘛，就是我本来我的土地嘛，啊，结果被你地级清理条例一处理啊，就是变成别人的土地，所以我要你们做的是，你们对于这样的问题怎么去处理，未来怎么样处理？哦，我今天也不要求你回答了，你现在也不是政务官了。哦，来下一页，我请那个中部主委，委员好。中部主委，依据你刚刚的说法，其实你们对原住民保留地，其实你们大部分已经做过一个清理清查，没有错。是在57到64年做办理总登记，办理总登记，办理清查嘛。那现在还有多少比例还没有清查？其实都已经清查了，清查完了。对，原住民保留地做清查，对不对？是。那刚才讲过，地籍要清理，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有效处理嘛，有效使用嘛，对不对？没有错嘛。好，来，我现在想请教你，最近。包装杂志闹得很厉害的，我们总咨询也有委员提出过的，包括我们内政委员会顾老师委员也非常关心的，请问你哦，包括屏东的来义乡党部、桃园的复兴党部，然后还有这个台东的关山党部，通通是使用原住民保留地，那请问这贱价租给国民党做党部，那请问你这叫不叫有效处理？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我们有清查过哦，部分是有办理承租，那部分是并没有承租嘛？对，所以来，我问一下哈，副主委，所以你告诉我的意思说，这些土地其实你们清理过了嘛？你们清查过了？有清查过了，是。那所以你们清查过以后的有效利用，就是贱价租给国民党当党部是吗？报告不是，因为有的部分是没有承租，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现在就要准备要把它强制收回来。来，我再问一次了，我把这个确定清楚。包括来义党部、包括关山党部、包括这个复兴党部，都是原住民保留地，没有错吧？没有错吧？报纸都登了嘛，这个你们也不否认吧？是、哦、对，都是原住民保留地。那这些原住民保留地，过去经过你们的地籍清查，你们也都清查过了，没有错吧？跟委员报告。那你们现在告诉我的是，地籍清查完以后，他贱价租给党部，反正他有承租契约，我就不管了嘛。报委员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地籍的部分，其实按照原住民保留地哈，它整个地籍整理都是因为我们就办理总登记了，因为那个地籍的部分并不是我们的业务。市长跟那个副主委，我今天是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地籍清理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这个土地做有效的使用，结果你们现在处理出来都变成什么？都变绑住在法规里面，没有让土地真正有效使用，失去原来地籍清查的目的、包括内政部，你们地政司清理清查完以后，就是刚才我讲的结果就造成了嘛。那这个怎么解决是你们要去思考的方向。那原民会一样嘛，你们也清查过了嘛，结果这三片土地通通是你们清查过的土地，结果你们的有效利用说我不知道，不归我的事，因为他们有承租契约，所以就不归我的事了，结果通通清查出来以后是贱价作为国民党的党部，那个就失去地籍管理的目的吧。所以我在这里提醒两位，两位都是常任文官，未来也会继续留任，我希望你们针对这样的政策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赶快提醒新任的部会首长要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才叫做地籍清理的真正目的嘛，希望两位做到，谢谢。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郑天才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有请这个钟副主委。请副主委。委员好。副主委好。是。这个新的主任委员已降主委啊，已经去听取你们的简报了吧？有，在上个礼拜一。有关原住民族的土地的部分，有什么指示吗？有关土地的部分，因为我们有分七个专案来做报告，那土地的部分是针对土海法来做一个说明，整个立法过程跟现在有什么挚爱难行之处，有没有什么新的指示？因为只有听我们的简报。好，这个按照你的报告哈，是按照你今天所提的报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条第五款规定，原住民族的土地的一个定义嘛哈，是。然后你这边提到关于原住民族土地之流失与演变，经查1895年日本总督府以日令第26号公布《关有林野及樟脑制造业取缔规则》其第一条规定，无官方政绩及山林原野之地区算为官地。至此，原住民族土地全多收归国有。这是今天所提的报告，没有错吧？是。如果我们就以这个当然现在很多的因为促进转型正义啊，有很多版本了今天有的版本是提到这个郑成功来台那就比这个你今天的更早了，对不对？对，是。是不是这样？对，那是明末的时候。对对对，所以有关这个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这个已经送来立法院了嘛，是，对不对？对。所以因为这个土海法是这个马英九总统执政，也就是张善政院长执政的时候送来的，那520之后新的政府对于土海法，何况现在立法院不管是各个党团的立法委员尤其是原住民族的立委所提的，你们应该要有所因应。因此作为一个常任文官，要把这样的资讯请教你，有没有把这些资讯跟主委报告，新的主委报告？有，他明白。对，好，所以有没有跟他说要不要撤回这个案？已经送到行政院。没有指示。不是，你有没有请示？你要请示这个你要请示。因为这个现在所送来的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所认定的所划设的一个传统领域的范围，显然跟新的民意立法院新的民意的原住民族的新的民意不符合期待，完全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你今天自己所提的报告，对，你提的报告是从日据时代这个1895年了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就是你从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自己常任文官所提的报告就可以看得出来是跟你行政院所送来的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的一个传统领域的范围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所以回去之后你要跟新的主委报告，我们这个旧的政府已经送到立法院的原住民族土地海域法需不需要撤回？当然我个人主张要撤回是好不好？好，谢谢委员的指教。是。其次这个原住民彰化边保留地的一个整个一个进程非常非常的缓慢当然我整个在过去的四年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简化是，但是在有一些非常关键很重要的部分原民会土管处没有坚守立场，在跟内政部开会的时候你们没有做正式的发言，因为你们可能没有了解过去原住民彰化边保留地的整个一个过程。以河川地来讲，河川地过去只要是河川范围区域内的全部都不可以，
补办彰化编的时候是做了修正的，是明定水利法第八十三条，啊，水利法八十三条的寻常洪水位的这个范围才是不能彰化编为原住民保留地，这个是非常明确的。虽然土地法十四条也有列在这个不得彰化编保留地，但是你们要很清楚，这个整个过程是有所调整的。特别针对河川的部分有做调整，尤其是水利法回去啊，土管出来回去要看一看，水利法七十八条之二是河川区域线，八十二条是河川治理线，八十三条啊，水利法八十三条是寻常洪水位的范围的那个条线，这三条线是不同的。现在彰化编保留地只规定水利法八十三条，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在开会的时候一再的退让，这是不可以的，也许你们不清楚，哦，这个要把它弄清楚，哦，这是第二个部分了。第三个，这个请教那个梅庄处长，这个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哦，这个从内政部移到啊，原民会之后啊，没有做很仔细的一个修正，你们现在有没有在做修正的工作？跟我们报告这个管理办法，我们在去年一整年到今年都在做内部的会议，开了十七次。那修正的内部会议，我们内部会议就是自己处里面利用一些时间来开会，整个草案都已经那个修正过了。那目前接下来就是要做现象跟跨部会的协商。那这里面内容修的非常多，那也可能。在这个后续的讨论可能会有需要花一点时间，因为它变动的非常大。以上，这个确实是有需要，因为在上一届我也特别要求你们要就检讨修正哈。这个是不是中副主委是不是把这个目前修正的，但还不是还没有定稿，还要讨论嘛？对，还需要讨论。现在草案能不能提供？好。这个没有秘密嘛？没有问题，没有那个是整个立法工作没有问题。对啊，未来也是要预告嘛，也是要公开嘛。对对，对不对？好，如果早一点让我们能够知道啊，怎么样去协助啊，原民会啊，来跟相关的部会去做说明了。是啊，事实上这个部分，因为基本上都是你们要做的事情了，然后跟地方政府啊，还有乡镇市公所啊，所以怎么去厘清这个？乡镇施工所，过去我一再提嘛，很多案子啊，尤其是彰化边原住民保留地的案件，啊，都是乡所就撤回了啊，就认为有管理机关有意见就退回了，啊，变成你们都不知道啊，啊，这个这样的案子怎么样能够好，啊，让你们有所了解，啊，甚至你们要研究一下到底谁是原处分机关啊。啊，现在都被认为是原处分机关是乡镇市公所，我是质疑的，啊，好不好？好，谢谢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庄瑞雄委员，庄瑞雄委员，欢迎我们休息哈。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原民会副主委啊。副主委。我，哦，要请哦，军备局今天都要来哦。哎，军备局，请上来一下好不好？军备局有来哈，那要请我们林务局副局长、国产署副署长。喂，好。副署长，吴主委啊，是我来签稿你了哈，是我这样讲，我来讲你听有了哈。听，你那原住民保留地啊，传统，你们到底那个怎么划设啊？古早吼，我那大庄卡，我大屏东庄卡，是，我是感觉足奇怪，怎么我们整个村子里面的土地啊，没有一块是私人的，全部都是台糖的。后来我就问了，我就问我爷爷。
我阿公啊，咱太戆家呢，咱兜的土地是安那拢无名，拢别人的。伊讲咱太戆，迄咱安尼吼，牛甲牵的，犁要围到地，犁到地，犁到就咱犁啊，就咱种植啊。迄田地爱立租啊，所以规砖头拢嘛无人要登记家己的。所以你看，时代一变迁以后啊，我们整个村里面呢、啊，那土地都不是我们的。那我要想的就是说，原住民这一块啊，原住民的保留地，我看在这个争原住民族，我们很多原住民朋友也争执了很久，说整个国家政府去占用啊他们的土地，啊会不会啊？哎，你是哪一族？哦，台湾族，台湾哦，对，会不会你的祖先以前呢、啊，用牛牵着或者弓箭拿着到处走到哪里那一块就算你们的？不是，不是，对对对对，因为他有他的生活范围，生活范围，对对，他把土地，他把土地做一些分类，生活的范围，还有耕垦范围，还有狩猎的范围，还有区域以外，那因为以前土地是并没有登记制度，所以他也会懂得休耕、轮耕的方式。你们现在哦，用游走的方式去做。现在很多保留地啊，是有公有，有私有啊，对不对？对，原来都是公有，都是属于中华民国所有。所以嘛，那你现在在配地啊，你们现在都怎么配？都以他自己家族家世传统世居使用的土地来优先登记，所以在57到64年做总登记的时候，那个24万到24万公顷的土地，你们这个配地啊，是。要很注意的、啊，我其实我就接到很多的检举啊，那我都请他想说啊，去找我们原民会的立委可能会好一点呢、啊。你们那个在很多很多乡镇里面呢、啊，这个配地你们那个公平性要去弄清楚了，不要太多政治因素介入了。是，那么跟你这个乡长比较好了，我支持你的，我配地你就一甲。啊，你到细靠啊的配细噶，啊，跟我比较不好的，没有支持你的，我、那个面积范围，啊，这个副主委你应该都很清楚了。这些啊，过去没有改善的，我们希望啊，以后啊，这个部分呢、啊，好好定出一个规则了，比较严谨一点了。是。另外，我要来请教，就是说，各位啊，曾经走过那个平和公路台一线的，请举手一下。马路亚鬼龙五哦，啊，其他你唔捌行过哦。台一线你们走过去都看到那个白白的，对不对？会经过枋山乡的地方，副主委你敢在上？白白的，白白的啊，果树啊，白白的平和公路啊，走过去啊，山啊啦，包山啊。哦，是那个是在快要芒果长出来以后，为了怕蚊虫或者其他污染，就把它包起来。我唔是要问你农业的，我也说唔知道。我要跟你问讲，现在土地啊，我的选区里面有一个叫蓝氏靶场，54公顷。本来原管理机关呢是屏东县政府，是74年的时候啊，因为军事需要，拨用给那个军备局啊，军备局请上来一下，哎，啊，另一样拨用了。我也怕打靶打过两次，你来看一下，这一些啊，农民啊，也有48年，有51年，就跟政府在缴钱呢、啊，缴租金呢、啊，一年缴多少你知道吗？78块，足多呢，后尾一家一年交78块。一直搅到有一天部队来了，你说要打靶啊，就给你打靶嘛。本来都在那边种芒果啊，枋山乡、狮子乡，结果呢都是枋山乡的乡民去那边种芒果，阿妈给人做。枋山乡你知道哦，种山啊，种艾文呢。光那个芒果养出一个女总统，你知道吗？蔡总统啊，枋山乡呀，红杠啊。结果呢，这些芒果啊是农民的生命啊。现在你们军备局说不要了，你们不要了。哎，林务局给他，林务局，你没给副局长？是。啊，今麦遐芒果要问你啊，遐芒果敢是算
那你搬山顶会当种个树啊？嗯，他要看那个，土地是属于农牧用地还是？没啦，我讲造林的树种啦，敢算啊？要按照林业经营的方式是属于造林树种，如果不是林业经营的方式，啊，你讲的拢足抽象啊！那问您哦，您在官员的讲那种，是干唔是得？那讲几只讲一堆，就说如果他要去，去要种植的话，你讲这会去用胶，你知不知？你讲在南投，那电管在你种啥？种槟榔树诶！啊，阮屏东家阮种山啊，规个山顶种山啊，对山坡地诶保育马上袂歹咧。它会放除草剂，会放一些农药，那对于下游的水质会有一定的影响。人家现在不是在说这个啦，你这叫做跟农民作对。我要说的是说啥，你知不知？本来原住民保留地啊，那要原民乡付出原民乡才可以嘛，哈。好啦，啊，我四十几年啊，开始就给你建物租啊，啊租租的。因为国防部你说你要打靶，你把它拨用去了，啊，你打了两次，几十年打了两次，你现在说不要了，不要你土地要还给政府，啊，你说要把那个树先砍掉，啊，你敢丢？那性命呢？谁有办法回答我这个问题？啊，要给你租你哪唔？你们说不能租给枋山乡的乡民，因为他不是原住民。太丢！把所有的各部会，我们找来以后没办法解决。你讲无啦，阿都去到去有偿，阿们就叫槟榔管监护备，阿备备过来捉，太没有道理了啦！这个太没有道理了啦！你讲还有四十七年、四十九年，这种我还没出事的时阵呢，我注意你个想法没？你们怎么样去解决嘛？公布你公要划打靶的打靶，啊，农民就退出，啊，你们现在说不要了，对，谢谢委员，啊，要恢复原状，还给你们，是，你让军备局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啊。了解，因为基础没有弄好，就造成后面的一些麻烦了。我想是不是处长也来讲一下？好了，我你刚看边那解决啦。刚刚那个政委有提到说那个管理办法，我们现在在修。那针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这一次。在我们的条文里面有做一些处理，那因为现行的法令是不是你要在农民不是要占用你啊？他愿意，我以前就跟你承租，我现在也愿意付租金。你敢讲，因为我不是原住民，因为这块地是那个当时彰化边进来的一个土地啊，所以我才问你们划设的标准是什么啊？这在七十八年左右的时候，那个都可以检讨，当时是请各个工厂机关提供说。你有哪些土地是可以供给原住民增加他的那个生活生计的部分？那他们有提供了一些土地，像这些土地都是当时你们根本就乱画，你们很多原住民的土地根本就乱画。我这样讲对原住民的委员比较不好意思啊。不是我们原民会画的，是他们提供出来愿意给我们。所以说啊，他们提供你们就画啊。不是啊，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说我要更好的。啊，你们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当时的公告书是这样，公益的生活。讲伊过去安怎，哎呀，话拢总遵守。报文跟报，你刚刚讲那个问题，事实上我们现在有一些在处理当中了，就是针对管理办法里面有些条，我们会做一些啊，所以恁讲人超限利用啊，见规则当拢无代志。那个是现在的法令，他们是超限，因为他果树他就不允许是那个现在造林的树种嘛。所以你们这个会引起民怨嘛？你要嘛，你全国去一致。那是他们岛啊，无你家，我哪敢讲这個？你知不知道？我那种山啊，比种迄落不能期望，对山地保育啊，好有够济啊，敢是安尼？阿副主席，你哪不要多干？你哪不要多干处理啊啦？报告委员，那个保留地管理办法，我们现在正在修哈。那因为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也邀请各部会再研究一下，看怎么去处理？你副主席，你要吃过山啊无？有啊吼，从小吃，所以啥想我讲老长的，迄种种几十年的拢老长的，你嘛想办法一下。这个重点不在这里了，重点是说，其实这些农民也在这个地方种了几十年，为阿公开始种呢，这是
血统无共尔呢，啊无规块土地对因来讲哦，因底下嘛算原住民族，你知唔知？底下咧开垦种遐尼那久呢？啊恁整个法令的相互憨格没有办法配合。今天这个原住民保留地啊，我是我写咱的内政部咱的林志玲次长啊，不林七的七的林慈玲次长啊，我拍摄不该叫起来，就是讲。牵扯到范围太广了，不像刚才你们在这来做答询的那么简单了。国有财产法了，森林法了，哦，阿哥，你立刻讲一堆啊！这些法令其实都相冲突啊。我们今天谈这个转型正义，你说很多我们原住民朋友他们的主张对不对？也对啊。可是我们很多委员的想法里面，我也觉得很奇怪啊。你过去如果说要转型正义，有些该主张跟谁？你们找一个给笨猪丢。我们现在的政府该做的没有去做，你现行的没该去处理的，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处理。你们设定一个期程，讲啊，今晚要处理的是对一部分，啊什么的，知影了后白回，回到位头，回到位过去连清朝的啊，日本政府的大概杀出来的回。所以我认为啊。那个副主委啊，你应该我们跟各部会里面啊，大家互相啊去做一个沟通啊，把碰到的问题该如何去解决，这是重点的。尤其军备局，你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啊，立委局你们也知道这些事情啊，对吧？你的公开给他超限利用啊，你们一句话啊，所有各局处全部都卡住了，没道理呢。副主委干不起来呢？干不起来呢？我举这个很实际的例子啊。不是吗？是，都牵扯到你们所有的原住民族的保留地啊！是，你们太多的问题了，啊，也希望啊这些问题刚好做一个凸显呢、啊，以后啊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个跟部会之间呢、啊、法令该修的啊，或者见解该去改变的啊，这个都要加紧努力的，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
现在继续开会哈。接下来我们请赖洛荣委员。好，谢谢主席啊，请那个林次长。哎，请次长。委员好。哎，次长早好，次长辛苦啊。次长，我想请教一下了哈，那个我看了一下那个技师工业条例在1997年7月1日来施行了哈，然后里面原先我看到订定它要求在一年内要完成造册。哦，也就是在1998年7月1日完成造册，然后3年内了哈，也就是101年7月1日完成申报。那目前这个状况，状况怎么样？理想吗？报告委员，目前我们技师工业的部分已经完成清理公告的部分申报了，因为他公告了以后，他还要受理，然后他还申报，已经完成申报了。目前已经大概60.98%，用面积来算的话，你是说你的技师工业的部分？我看你的报告里面是。你的公告的面积是预定是9205公顷嘛，哈，然后我看到你的申报率是60.98%了哈，但是你的嘱托登记的部分是1.06公顷，然后你的完成的代表售是1.61公顷。向委员报告，就是他来申报了以后，他来申报了以后，他本身可以再选择说他是要不要成立技师工业的这个法人，或者是按照民法来成立财团法人。也就是说，他来申报这个部分已经都完成了，但是他后面对财产要怎么去做处理的那个权利的变换的部分，他们还没有做进一步的确认。那现在大概还有多少是还没有处理的？还没有。都没有来做相关的一些申报的，或者是2000，大概还有多少？已经完成申报是5000多的面积。对，现在还有2000多公顷的面积是还没有来申报的。那部里面对这块的政策上有没有什么样的思考？因为也经过蛮长的一个时间哈，97年到现在了哈，也将近10年哈，八九年了哈。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会来的应该都来了啦，哈啊，不会来的有没有部里面有什么样政策的想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因为如果按照我们的条例规定的话，第一部分我们还是加强宣导，如果民众他能够来完成申报是最好。那如果不行，按照我们规定的话，我们是要由地方政府来予以标售。市长，你的了解是宣导的问题吗？还是说有遇到其他相关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能够来报的应该都来报，因为这大家不会跟自己的财产开玩笑了哈，因为这个你提到了没有处理的，其实将来就让政府来标售的哈，所以应该没有人会拿自己的财产来开玩笑。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哈，也原定你们预定的时间都超过了哈，那还没有来的这些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就像应该不是宣导不足啦，我看来应该不是宣导不足的问题。但第一个部分，因为是民众的财产权，我们宣导的部分还是会加强哈。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已经逐步在办理标售。那标售的过程，只要在标售的过程在还没有决标以前，只要民众他有提出异议，那他要来申报的话，我们这个标售就会终止。也就是我们一方面就是您刚委员刚指证的，就是已经这么长的时间的话，他一直不来申报，我们不能够让这一些土地一直都没有办法处理跟处分，所以我们后续的进行标售的作业已经在持续进行当中。好，这个大概也许在讨论。那我想请教，另外地籍清理的部分现在是到了47.60%吗？对，那是地籍清理。那这样的那其他的部分呢？还有53左右的部分。那53左右的部分的话呢，那第一个我们还是持续在受理当中。那另外也就对没有办法清理的话呢，我们还是会走标售的作业。那另一块我们在法令上没有办法完全能够解决问题的，例如是说我们有些权利加在一起，因为共有人权利加在一起，结果面积不等于一。可能是小于一或者是大于一，那这个部分我们没有过来没有办法处理。后来我们现在已经修改了相关的法令的话呢，现在所以这个在政策上我怎么样要来处理的？对，所以我刚刚跟委员报告的那个部分，我们已经修改了地籍清理条例，那我们已经可以来建委给他做重新的核算，以后给他做公告。所以这个部分完成的比例可以再来提高了。对。我们目前最新的资料的话，我们清理达成率已经52%，52%了哈。对，好，预定了有什么样的目标吗？预定若一，你们这样现在新的制度来走的话，可以达成怎么样的一个目标？我们目前已经
已经在加强的是公告标售，或者是把它属托登记为国有。那我目前经理条例的第二期的计划是到108年。好，我其实这个我看部里面的，他把这个居住正义啦，包括是视为一个重大的政策啦，包括，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其实不管是技师工业或者他其实登记上是相当的繁琐的，所以很多的刚前面都我也提到了，其实很多民众其实是非常的困扰的啦，特别是我们来看你申报时的一个减负文件，他要求要取得这个派下全员的系统表，包括派下全员的户籍誊本，好，包括你的派下县员的名册，哈，这些都必须要减负了，哈。我想也问一下，这样像这样的资料，其实我刚前面我也提到了，其实真的有些是不容易取得的，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该处理的也都处理的差不多了，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再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像委员报告的，就是这些相关的证明文件的话，因为像技师工业的这个派下员，他一定是因为涉及到派下员的这一些人的权利，所以他全员的名册的话，基本上还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刚刚委员指证的就是说，他的那个户籍誊本的部分，现在我们的户籍证系统已经有开发一个叫做亲属关联性的一个系统，就是可以去帮我们的民众抓出，所以这个部分可以抓出来，就不一定要由当事人他来提出来了哈，由整个户籍证系统代为来把相关的资料调出来也可以，可以尽力来取得了哈，相助来取。对，他可以来申请，申请我们原先这个部分，你全部要由那个哈，有很多往生的长辈的部分，你还要再下去找到那些，坦白讲，不见得容易，而且有很多可能跨到不同的这个不是自己直系的那个的，有时候甚至更难了哈。所以这一块其实也会造成很多的一些困扰，所以这个部分目前是可以解决，代为解决的。对。哦，好好，谢谢。那后续上面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还是有一些要处理的哈。比如说我举的哈，就是像现在的我们的这个技师工业的第14条规定哈，我们的一些规约的一个订定跟变更哈，有一些1/3，包括1/4的一些一个标准啊，变更的一个好标准的部分。但是我们其实在看同样的，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其实它就有比较宽松的一些限定了哈。它包括在一样哦，前面也是一样，就是一样有1/3、1/4相关的规定。但是万一如果没有办法获得决议时的时候，它有重新开议的一个要件。好，也就是说，如果你一旦有那样状况的时候，你可以经由这个所有权人3人或1/5以上，好，或者是1/5以上的出席等等，有没有可能在类似于这个有类似这样一个比较放宽的规定，让整个技师工业的处理上面会更顺利的？报告委员，因为技师工业它的这个，它是以一定的那个财产，它的管理处分为标的。那这个部分因为涉及到我们人民的财产权，所以相关的规定当然是比较严谨。那目前的话，我们印象中在我们的规定里头是2/3，如果是书面同意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您刚刚指证的，要不要参考公寓大厦管理的相关的那个？至少有时候2/3也不容易啦。坦白讲，我想现状大家都了解，如果这么容易，不会有这么多的哦。就说如果这么容易取得2/3，你要取得书面，你有时候人可能找都找不到了，你还要去找到书面，不见得那么容易，包括他愿意帮你出具这个证明。 我想这个现实上，但是如果说他确实是他也确实他的整个相关的一些财产的部分，或者是他可以有更宽松一点的证明的话，也许可以有效去解决掉一些问题啦。 我想政府的目的不是要把人民的财产收回来变成国家的，或者是收为标售，他目的应该不是这样，他是想要去解决掉这些不明的一些问题了哈。所以也许如果有一些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8、9年后，有些问题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案，也许可以再检讨看看了哈。因为他有可能不是我们但定的比较严谨啦，但有可能他我们稍微再宽松一点点，其实并不会好。我相信很多的国人和政府的财产并没有这么一定要拿到这些的，但是这样也许就可以让他稍微宽松一点。也许有些人他很心里那个积怨啊，也许他认为这明明就是我的家族或我那个，但是就因为一些条件绑得太死，好，反而把他限缩住了。好，这个我觉得也许可以检讨看看了。是，好，好。另外是3年内没有申报，其实主产就会被标售嘛，这也是原先的一些规定嘛。我想知道现在被标售的状况大概有多少啊？地方政府的处理？
因为没有三年内没有申报而被标售的，这个多不多？事实上，报告委员在机师工业的部分的话呢，代为标售其实现在笔数还并不是很多了，一共有25件，那标售的面积是1.61公顷。因为这个部分最主要是机师工业的清理是在地方的民政单位，它并不是地政单位在办理。对，那民政单位对这一些代为标售或者是属托登记为国有的这些程序比较，知识比较不是经验比较不足，那所以我们也在加强相关的教育训练。一方面可能是经验不足，一方面有可能也比较不愿意去这么样的方式，是吧？哈，市长是这样嘛？哈，民政系统的嘛，有可能他也比较不愿意这么强势的去处理。所以我才说，在中央政府的一些法规或命令订定上面，可能必须思考一些好一点的解套方式，不然可能再过个5年10年，有些问题还是卡在那个地方。是，也许可以再重新检讨了哈。我看了一下第8届、第9届，其实有2次提出立法，内政部提出修正案，其实都只讨论到男女平权的问题。我认为其实这个部分应该还有很多可以修正检讨的空间啊。也许新的部长上任，次长上任，也许可以，也许您的一些专业部分再跟部长做个说明，我想也许可以更完整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是，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 Glass 委员。主席，有请钟副座，钟副主委。委员好。副主委好啊，的确翻开历史，刚才稍早我们在原民会的报告里面听到，原住民族土地大量流失的时期，从400年前开始，但流失速度最快，最以系统性的政策跟法律直接介入夺取原住民族土地的第二波的高峰是日本人来的时候。刚才我在您的报告里面也听到，您引用了这个明治28年的这个日本时代的老公文哈。那28年，明治28年的时候制定了日本人制定的官有林野及樟脑制造业取缔规则。好，您很熟悉，您刚刚有念到，那就在这个规则里面订定了好几条控制原住民族土地的法律，其中第一条开宗明义就是说，无官方证据及山林原野之地契视为国有地。您可不可以用白话的跟我们的民众说，或者跟在场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好同事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没有地契或土地登记权状，所以就认为是国有地。所以是不是代表说日本人想要拿我们的土地，拿走土地不用理由，但是原住民不想要被土地被拿走的话，要拿回来的话还需要提证据？是是。那要原住民族千百年来就在这块自己使用的土地上提出自己的确有使用过的证据，这个土地才不会被国家拿走。那您认为这种日本政府时代哦，系统性夺取原住民族土地的手法是不是合理的？因为以当时原住民的生活方式跟整个对土地的处理有他的一套，而且当时原住民也并没有文字，也没有所谓的相关的地震单位，而且各民族的传统生活社会组织对土地的管理也都不一样，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相当大的一个落差。对，没有错，原住民族土地本来就是住在这里，国家拿走土地不用理由，但是要求原住民族要提出这个白纸黑字的证据。那大家哦，包括在座的各位哦，大家都会觉得很正常嘛，哈，这拿出白纸黑字的证据本来就很正常啊，不然我在政府里面工作，我怎么知道这个原住民声称这块土地是他的啊？土地还真的就是他的呢？那我要怎么管理？但是我请问各位，就像刚刚副座讲的，原住民族没有土地。甚至于在某些时候，原住民族的土地登记制度都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之下，那政府要这个原住民族拿出100年前的什么地籍资料啊、地契等等，这些其实是不合理的。您刚刚也说了，但是到21世纪，您认为这个情况有改善吗？到今天，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善？逐渐改善，不过我们在努力啊。日据时代开始用这种手法，原本原住民族的土地有160万公顷，但是陆陆续续到现在缩减到26万公顷，土地变成国家的。那么在过去这几年，1945年之后，陆陆续续国家有愿意哦，他们不愿意用归还两个字，他们用增编或划编这种字眼，
政府不愿意承认说我要归还原住民土地，但是我愿意透过增加编定或划设编定原住民族土地的方式，间接的把土地要还给你，但是都要原住民族提出证据。我们看到真划编原住民保留地相关的办法都有提到，我们必须要减负相关证明，减负相关证明。再看公有土地真划编原住民保留地需要提出使用证明，或是户籍誊本、编定证明、水费证明等等的。好，继续，我们有非常多的原住民保留地真划编的政策都有相关的规定。好，那现在呢，只要是国家拥有的公有地，你要提出证据就可以这个划设啊，增编为原住民保留地，设定地上权，但是必须要提出证据，对吧？是。好，那设定地上权之后呢，还必须要证明，也要证据证明你的确使用了五年以后才可以登记所有权，对吧？是。那我说，请问副主委，如果现在有原住民声称说有一块地现在是中华民国的土地，是他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提出证明，那你们会怎么处理？可是他说这真的是他的。现在现在也有跟内政部设一个平台哈、哦，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简便，比如说用航照图的方式来举证，认为他早期是有住在那边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子土地就会给他吗？当然这个部分还要再去做了解。好，我给你看一个案例。花莲某乡公所回复某个泰鲁格族人的公文，这名泰鲁格族人说：“我希望呢，这个土地呢，要给大家分配拿回来。”结果你们的执行机关乡公所就跟他说：“我查了一下哦，现在的这个山地保留地清册，还有山地保留地现况调查表说，你根本没有在这里使用过啊，因为台电在63年就跟我们乡公所租用，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你在这里耕作。”结果更妙了，台电还有一点良心。台电说，当时我们也没有跟原住民跟乡公所订白纸黑字的契约哦，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只隐约的记得当时我们有用甘薯，也就是地瓜，当成租金给原住民，然后呢，我们就来用这块地盖台电的宿舍。但是乡公所又引用山地保留地现况调查表说，根据这个资料，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泰鲁格的祖先在台电来之前有没有在那里耕作，所以土地是不能给你的。所以请问原民会，乡公所是你们在地方的土地执行机关哦，你认为这样很合理吗？不是主管机关，是执行机关，你认为这样很合理吗？因为目前原民会的人力哈、哦，当然保留地管理机关是原民会，但是执行机关在法律上，我们现在管理办法明定是乡镇公所还有县市政府。那有关第一线的整个作业，当然就是由乡镇公所来去面对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好，他可以去处理，可是他是主管机关吗？他是执行机关。他是执行机关，不是主管机关。可是他为什么可以回给这个原住民这种公文？一直没有证据，要原住民提出证据，才可以证明说土地是你的。这个情况到21世纪有没有改变？我们跟日本1895年之后的日本政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想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也都是乡镇公所在依据我们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哈、哦，来去做执行的一个业务。好，太好了，现行的相关法令卡死我们自己的原住民族人，因为的确哦，这几户人家自己还很认真的去找美军时期的空照图，还有去收集耆老的口述的历史，但乡公所就是不认，因为根据现在的行政规则，如果这个首长呢，根据你们定出来相关的行政规则，他就可以否决，透过他的土审会来否决这些这个陈情人他的土地的诉求。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花莲瑞穗乡的奇美文物馆，因为如果根据头目的说法，说省政府时期是官员到这里跟阿美族人说要为部落太贫穷要盖这个产销中心，所以头目想说为了部落好，就平白的没有签订任何契约的，没有拿到任何好处的情况之下，就借哦，按照公所的讲法，这个头目的讲法是借给这个政府新建这个馆舍。结果民国60、70年要土登记的时候，这个国家看到说，哎，现况是乡公所在使用啊，所以这笔土地是国家的，馆舍地上物也是国家的，现在成了国家的。民国96年到103年，我们有看到哦，当地的阿美族人还可以使用，因为当地的乡长还愿意让他们使用。
可是到了103年之后，这个要看乡长脸色，因为乡长被你们制定出来的管理规则授权，所以他可以决定这个土地要拿回来还是继续给原住民用。尽管当地的头目说，我当时是借给这个省政府，但是呢，他说你没有证据，所以我乡长可以决定你赶快离开，离开，不要再来使用这块土地，这是合理的吗？我想跟委员报告，这是有关我们地方的28个文物馆的管理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也很理解，有些乡镇长在新上任之后都会对于馆舍的管理人员做一个调整哦。那这个部分我们一直305声跟他们讲说，这样的管理人员为了他对文化的布展跟策展的延续，我们是尽量要求，希望不要换。不过副座我在这里哦，其实你们对这些案件都非常熟悉了，我知道你们都有备而来。我在这边要讨论的是制度面的问题。其实原民会很辛苦，我们都了解，我们共同面临了很多压力。如果内政部、农委会、财政部对原民不友善、不从，其实你们非常难执行你们的业务，我非常的了解。那么关于其他部位管的原民的土地，我会一一的追讨，但我今天是针对原民会，我们自己定出现行的行政规则，到底有没有需要修的地方，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您觉得呢？包括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第8条、第9条、第10条、20条都出现太多的问题，您觉得有没有要修的地方？修的地方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好，跟委员报告，我想我讲不足的地方由我们处长再补充啊。那我们大概有开过17次的内部会，针对里面的一些条文必须要修改，因为原保管理办法已经施行20-30年，的确有很多作业规范跟流程必须要统整检讨。那包括刚刚委员所提到的土审会的部分，它是一个咨询的性质，那它也就事实来做一个认定。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在地方上运作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好，在这些法条里面，你们是主管机关，结果你们却定出了右边的这个原住民保留地各种用地申请案授权事项及申请作业须知，而且还定了一个土审会的设置要点。是。原民会让渡了自己的主管权，不知道是很麻烦不想管呢，争议太多不愿意碰呢，还是人力不足呢？干脆就把你们的主管权交给乡公所还有土审会，让乡公所跟土审会来核定甚至决定哪些土地是原住民族的土地。你们是主管机关，你们不想管，已经彻底违反行政程序法第15条，您同不同意？鲍委员，这个主管机关这件事情，我想我们现在的管理办法是三保条例37条授权的哈，那里面有一个问题说，这个管理办法其实在内政部时期就定的，不是我们在定的。我知道啊，当时在考虑到整个的，我现在就问你们说，整个的行政机关的架构的问题、人力的问题。那刚刚你提到那个授权的部分，当然我们也在管理办法里，我们这目前在好，你要回答我有没有违反行政程序法第15条？我们原则上我们自己检讨是说，我们现在是依照行政程序法的第159条在执行。那这部分我们未来会在修法上很明确的在管理办法里面就做不做授权了，但在里面规定上整个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说是各位上任之前的内政部定出来的土地。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制度杀人，我们都在这个制度里面忙碌，我们跟着制度走，我们跟着这个国家的逻辑剥夺我们自己原住民族的土地，这是我们其实不愿意见到的。如果这一套制度是有问题的，过去几年为什么没有修正？那我要提出来的就是，上周有一个临时提案，各位已经知道了，也非常感谢内政委员会的委员同意通过，要求原民会在一个月之内要针对原保地开发管理办法，还有我们的这个土审会的设置要点，还有授权的须知，要赶快进行全面性的检讨。我希望原民会可以在一个月之内赶快修正检讨出来。我知道这不是立法院可以定的，这是行政院你们自己定的内部的行政规则，而且我一定会追查到底最新的进度。能不能请副座您说您的立场是什么？谢谢委员这样的一个提醒哈。那我想一个月时间我们尽量努力看看了，不过因为这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哈，所以如果时间再宽些一些哈，我们也愿意哈。将整个通盘来做一个检讨，而且我们内部已经开过17次的内部会议。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土审会是不是专业独立的？土审会中立的。土审会实际上是依据我们的那个，它只是一个执行单位而已，对，咨询，而且是属于任务编组的。可是你们知道，在实务上，它却实质决定了非常多的原住民族土地的归属跟权属。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是他地方有一些误会，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让您认不认为需不需要全面的清查跟检讨？因为我手上有太多来自县政府的公文，乡公所说同意，土审会说不同意，这样的公文非常非常的多。是，我也同意委员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我在部落也常常听到这种声音。那为什么过去几年没有改？我们包含跟你讲，这个土审委员我们在定位上它是一个咨询，真正的核定权在乡公所，在县政府，所以你们可不可以去个公文，明确的告诉不同意？他们只能说我们针对这个案子，我们的看法是什么？你们可不可以再去公文，明确的给各级的政府机关，告诉大家你们的立场是这样，清楚的告诉乡公所、土审会的角色？可以，可以。最要跟委员报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整个制度的改变可能涉及到很多族群跟三元这个行政机关。其实你们所以要希望委员能够体谅说，那一个月的部分，其实我们真的有困难跟委员报告。那要多久？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在修，我们还有那个县市的协调会，还有跨部会的那个才有办法到行政院，不是说我们写完了他就有可能，因为整个条文会牵涉到牵一发动全身你那张这边要动的话，你后面整个都要动，所以他可能不是，而且县政府的人力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两个而已，如果未来要把它拉到县政府的话，它困难度县政府会不会收都有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全面去看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个是这个行政院说原民会必须要协调的。我想原住民不会同意，因为你人力不足，所以我的土地白白的要被拿走这种理由。虽然我们了解行政机关执行上的困难，但原住民不会接受的。希望可以改善，并且尽速的提供关于你们现在所说的修了13次还是17次的原住民保留地的开发管理办法的修正草案，我们可以把目前修正草案提供给委员参考。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洪忠义委员。主席，请我们的林常务政次。委员好。你好哈，常志哈，刚刚在听你答询的时候哈，在那个技师工业土地清查的部分哈，我有听到你哈在回答哈，就是说哈，这些清查哈是蛮复杂哈，也蛮有难度的，对不对？是。那我想啊，这个已经从那个1997年就开始实施了嘛哈，到现在也将近9年哈。那你刚刚有讲到说哈，你们那个完成申报率哈，大概是60%左右嘛哈。那你这个60%，你是用面积来核算嘛？是不是这样子？是。那你们这样算出来，你们已经完成清查的这个面积是多少？完成清查的面积是5613公顷。5613嘛哈，我想哦，这个应该是已经过半数了啦。如果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是已经过半数了哈。但是你们刚刚我听那个李俊立委员在询问的时候，他也有用这个件数来做这个案例嘛哈。那你们目前呢，全国哈，就是有登记哈要申报的案件大概多少？我们目前已经完成申报的件数是有4241件，那占的比例是多少？占的比例的话呢，这个是件数，本来公告的面积的是11424件。他的那个完成申报案件的比例，案件，我现在讲的，我刚刚是讲面积哦，现在换成案件了哦。对，我知道。比件数的话是比面积比例比较低，比例是低很多啦哈。那个完成申报的案件比例是37%啦，好，是不是这样子？同仁算一下，37%。那为什么你完成的面积已经过半了，但是你的件数却没有过半？是什么原因？你们可以解释一下吗？对。报告委员，因为件数跟面积的话呢，不一定是完全相等。有的一件，那它的面积是比较小；那有的是一件，它的面积是比较大，所以这个不完全相等。我知道不完全相等，所以其实应该是这样子的：面积越小的，
有可能它的复杂度越困难，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小件的没有完成啊，对不对？你大件的多数都完成了嘛。报告委员，同仁提供了一资料是说，因为面积比较大，因为它涉及到的权利的价值比较高，所以那个动机让他们去整合的动机会比较大嘛，会比较强。所以面积比较小的就可能因为 有一些因素，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容易去完成嘛。所以哈，我刚刚是从面积跟你们完成的案件去做了一个推估啦。嗯、那我想哈，其实哈，在那个法令上哈，还是有很多哈民众都觉得非常的困难哈，像哈那个认定成为既是工业之事实是哪一些？认定可以认定成为既是工业的事实，要有想事人，还有设立人，还有他的那个独立的财产跟这些派下员成分。大概有四个部分了哈。那我想哦，是否有想事人这个哈、哦，以基层来讲哦，他们就觉得会有困难了呢？你们解释一下好不好？基本上想事人就是我们所要设立这个祭祀宫要去祭拜的这个祖先，就是第一代嘛。对，应该以很容易的名称来讲，想事人就是第一代啊。好，那第一代哦，像那个有一些资料的搜寻嘛，可能从日据时代哦，甚至到清朝哦，这些资料一直搜寻下来，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啦，对不对？啊，像民众也有反映啊。派下员与想事人关系的举证也有困难啊，你们这样子怎么让民众觉得很容易来处理这些事？基本上我们祭祀公业申报哈是不需要检附相关的设立资料，那只要说他所主张的他是属于祭祀祖先这些相关的严格，能够有其他的相关佐证可以去认定的话，我们主管机关公所都会受理来审查。那个哈、哦、那。内政部在1999年有一个函释啦哈，0990720011哈，它里面是写这样子哦，是否需付全户之户籍誊本，应由受理机关视实际需要，本权者何处啦？哦，我觉得这个弹性就很大了呢，这个哈，好像你们把问题丢给下属，然后下属又把问题丢到你们上面了，就是。是实际需要本权者何处？那这个本权者到底是谁要何处啊？包委员，基本上我们条例的规范说减负相关的户籍誊本，我们没有要求说一定要减负全负。那如果说他减负的个人资料部分的这些户籍誊本，如果能够去厘清相关派下员之间的亲属关系，我们受理机关就可以。就是厘不清嘛，就是厘不清嘛，是不是这样子？报告委员，因为派下员他自己是派下员，他自己的户籍誊本一定要，但是我这个户里面的是不是全户的户籍誊本，我们那个函释是说我不一定要你全部的，因为我这个户里头可能我还有很多，包括我的家属啊上下，或者包括姻亲什么，所以说那个全户我们是说你的户籍誊本一定要，但是是不是一定全户要看你能不能厘清你的那个继承关系就可以了。那个常次，其实我自己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为了找这个资料，我爸爸跑到户政事务所，把日据时代的资料查了一下，又查了清朝的，还是没有查到了。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会遇到这个问题，我想很多的民众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另外，就是在那个祭祀工业条例的第七条，公告之日三年内办理申报嘛，对不对？对，是。那第50条就是，有证明书核发后哈，3年要处理嘛。对。所以我们以客观的条件来看，就是有6年的时间，对不对？对。对嘛，这个就是在处理祭祀工业土地的部分嘛。好，就是有6年的时间哈，如果届满的话，主管机关可以代标售，对不对？申报的可以标。哦，就是6年嘛。但是哈，我们在土地法第73条。之一啦，这个哈、哦，它是规定一般的土地是15年呢、欸，是不是？一般的土地应该是比较简单处理呀、啊，它是15年啊，15年的话，如果没有办理继承申请这个产权的话哈、哦，它就可以代标售啊，就是15年嘛，
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技师工业它是比较困难的土地，反而六年？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比例上有一点不符合、啊。报告委员，这个所谓的继承是从我这个人某一个人他死亡了，针对这个人的财产，他在十五年内办理的个继承，所以这是针对这个人，他很具体明确。可是我们技师工业他清理的部分，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技师工业条例之前。我们其实用行政命令也已经都是在进行技师工业的清理了，并不是说从技师工业条例制定了以后才开始做技师工业的清理。其实我的这个说法就是比较简单了，我认为说，简单的土地十五年处理，复杂的反而是六年了，这样子我觉得哈是有必要再做调整的啦，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目前没有完成，不要说话很具体。对，对，因为刚刚我们地政司也补充说明了，就是继承它是产权是清楚的，它继承人也是清楚的。那这个部分的清理的技师工业的清理，它是派下人跟产权是不清楚的。但是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从这个技师工业条例定以后，到目前为止，除了公告受理以外，有一些属托登记为国有或者是代为标售的案件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但是我们会保障民众的权利，就是说在还没有绝标以前，只要民众他提出申报或者他提出异议，我们都会终止，来做仔细的处理。其实啊，我想啊，多数的民众还是跟我的看法是一样哦，就是我们要处理这个技师工业土地哈，真的是复杂困难啊。那我们希望说哈，我们的权责单位哈，可以尽量的哈，让民众哈可以感受到说，我们未来哈是可以比较妥善的来处理哈。谢谢主席。好，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林德虎委员。主席还有各委员同仁，林秘书长，还有我们国产署的嘛哈，国产署的辩护署长哈，是不是请那个这个林长赐哈，还有这个辩护署长来。林委员好，你好，那个林长赐，我请教你哈，我想内政部有没有全面清查过台湾光复初期这个办理土地总登记的整个状况？这个其实发现有许多土地登记，登记权利的这个内容不完整。那请问内政部的官员，到目前为止还有多少的？土地啊，多少笔的土地所有权有争议，而且很没有明朗化。报告委员，我们有就是有因为总登记以后有一些登记的这个名义有的不全或不明或者有一些争议，所以因此我们才订了地籍清理条例。那目前我们已经公告列入清理的有152245笔。十五万多笔，是那最多的哪三个县市啊？最多的，对它大概里面最多的就是不明的部分。有没有按照县市别？县市有没有？好，县市别大概有，应该新北。报告委员，公告数量最多的是34642笔，是新北市。新北最多。是。那其他呢？那其次的话是苗栗县，有20019笔。我们这边都有资料，我想这个部分的资料可以送给委员参考。那你那个书面再给我好不好？是。那个林市长那个地籍。清理条例104年5月19日三读通过，主要是解决一些不明地籍的一些标售啊土地的继承人无法全体会同申请领取价金的所有权人，这个持分登记空白等这些问题。那请问这一年多来各地方政府这个针对地籍清理了多少的，一共多少件呢？因为这样有没有增加？完成清理不是，我是说有没有增加呢？103年以来，对，那个空白的大概有将近2万笔。
好，报告委员，我们就是刚刚我们上次103年修正的那个是针对部分执行的问题来提出修正条文。那就是以那个地籍是空白的那一块的话呢，在修正了以后，我们到目前大概已经清2万笔左右，有清了2万笔。是那个次长，我请教你哈，这个中华民国一人口推计103到150年报告显示，103年起，我国已经迈入高龄人口成长最快速的时间，那114年成为超高龄社会啊，那我国总人口数最快将于108年开始变成负成长。那本席认为这份资料是非常重要，攸关未来各县市政府资源分配配置以规划未来公共设施的需求。那请问内政部该人口推计的资料各县市政府是否知道？报告委员，人口的推计的那个部分的话呢，因为是在我们人口政策的一环，所以从我们中央跟各相关部会到地方政府，他们都有这样人口推计的相关资料。因为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本席认为这个土地没有办法这个有效利用的这个情况，应以公共设施保留地迟迟未征收哦，那最让人民不满。那根据统计，台湾目前呢、未征收的公共设施保留地有差不多2万多公顷，哦，那如果全部征收的话，经费可能要超过7兆啊，哦，那请问内政部公共设施保留地解编检讨进度到目前为止是如何？报告委员，因为其实这个议题在我们前李鸿源女部长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内政部有编列预算，我们有补助给各直辖市县市政府，让他去做公共设施保留地的通盘的检讨。那个目前的话都还在地方政府办理当中。那问题是因为遥遥无期啊，讲实在话，很多公共设施的土地哦，那人民是看得到吃不到，因为他本身持有，但是政府也不征收，行程说就悬在那里，那政府也没有进一步说到底通盘检讨以后要怎么做处理哦。那我认为说其实像这些都应该要做彻底好好的一个来检讨，你不能说我已经把你这个框在那里啊，结果永远也不征收啊，然后这个他就在那里期待，那政府也没有钱征收，又不帮他解编，这是存在的很久的一个问题啊。是那个次长，您认为呢？报告委员，其实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公共设施保留地的一个通盘检讨的部分，最主要就是要针对地方，让地方政府他针对他有没有迫切的需要的，我们才留下来；不需要的，当然就要可以把它解编成它的适当用地。这是一个部分。那如果是我确定是一定要留下来公共设施的话，我们其实也已经有核定了一个叫地方政府如何是加速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取得的一个。我知道啊，有的会弄那个容积移转啊，是啊，有的就是直接卖给外面这些容积公司，专门在处理这些等等哦。但是我认为说，毕竟啊，现在政府有一个盲点，就是说，现在只要你要给国产署买任何的土地，你都是要以市价。那相对，今天要是说，那个站在公的立场，你要人民的公共设施，你要以市价来取得啊。这是相对的啊，但是这样形成变成什么？所有的你看，未来全部的这些公共设施几乎都是悬在那里，没有再推了。报告委员，我们在100年修正的土地征收条例以后，我们的征收也是用市价征收。市价我知道啊，问题市价征收，你未来的这些要开辟的公共设施几乎都没有办法再去推了，除非说他地主愿意说，我就是用容积移转等等其他的行为来做一些交换，不然的话，你那个就永远悬在那里。未来这些公共设施几乎全面都没有办法再推，那个你们什么看法？应该报告委员就是说，因为土地征收也是在内政部啊，报内政部。事实上，我们每年还是有土地需要，不管是道路啊、桥梁啊，不同的公共设施需要征收的土地案件，也还是有持续在进行。那个编务署长，因为哈、这个关系到你们这个就国产署是因为你们现在全部都是
人家的麒麟地什么，你都是以市价嘛？对，我们按照市价查估。对，那市价当然你未来征收的土地要以市价啊。啊，几乎我看到现在所有公共设施的这些土地都没办法动，哦，因为市价，哦，你像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我们以前那个河川高滩地，很多都可以去哦公告限值加四成，可能还可以取得。现在你一市价，那个政府哪有那个能力？你根本就连取得的机会都没有，哦。我认为这个真的有探讨的空间，哦，那以前就是大家一直认为说，哇，我们要是以这个公告限值加四成，可能土地很多的就人民什么，但是衍生后遗症啊，就是我们很多公共设施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取得，这是未来可以说呈现最严重的问题，啊，我认为这个应该好好的检讨，哦，谢谢。好，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高金素美议委员。谢谢主席，我们有请那个原民会的副主委，还有这个土管处的处长。对，虽然我还没有邀请我们林次长，待会也请林次长注意听一下原住民土地的问题，好吗？谢谢。好。那个原住民的土地啊，真的是欲哭无泪啊，心中的一个很大的痛。所以我们在说转型正义条例里面不谈到原住民的土地如何流失的还给原住民的公平正义的话，这就不叫做转型正义。那么今天呢，那个原民会你们也提到了大概原住民的土地是如何流失的，然后嘛，我们现在的原住民的保留地的历程是怎么样。但是有一个数据可能原民会你还没有出来，我现在提供给您看哈。根据日据时代的时候，殖民政府抢走了我们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后，他用皇民化的政策把原住民框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也就是所谓我们现在的原住民保留地。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哈。哎，不是吧，还有一个，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规定是这样。第一，定住人每人是 0.2 公顷。二，耕作地每人是 1.8 公顷。三，采取共用地每人 0.5， 畜牧还有其他产业增进用地，还有灾害预备地哦，连灾害预备地都想到了，每人是 0.5。 这是日据时代对于原住民当时八万人口的时候给原住民的土地，当时八万人口一个人三公顷，也就是现在的24万，对吧？好，那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原住民除了日本时代用的这个把我们框起来之后，中华民国政府来了，用一个区域计划法，把原住民的土地生活形态传统使用土地方式根本都没有把它纳入思考里面。原本我们有26万多公顷的原住民土地，我们来看数据，我们大概有 98% 分散在非都市土地的11种分区，有19种用地名目之中，而且在原保地当中，林业用地占的是 64.9%， 农牧用地占的是 28.6%， 建筑用地仅仅占的 0.6%。 所以我相信副主委你也看到了这些。然后现在我们26万公顷原住民保留地，从民国79年开始拍办到现在26年来了，26年来我们只增加了2万。好，我现在要问的就是，我们刚刚说日本殖民时代纵使再怎么样剥夺原住民的土地，当时他还分了非常多的部分，有四种，连灾害都已经放进去了，当时是三公顷一个人，现在日据时代到现在几年了，请问副座。对，几年了，你麦克风打开一下。1945到大概有八将近八十几年的时间。好，八十几年了，24万，八十几年到现在26万公顷原住民的土地，你觉得公平吗？觉得公平吗？当时我们八万人口，现在54万人口，不公平对吧？不公平吗？好，不公平当中，我们刚刚又讲了，纵使不公平，他们还把灾害预备地都给我们预留下来了，而原住民我们现在遇见了非常多的土地的不公平啊！你现在资料上面也有写哦，
我们这个有征划编完毕了之后呢，我们现在有踏上权利的，目前也只有25,000多公顷而已。所以也就是说，五年以后这20,000公顷再进来的话，我们也只有28万公顷啊。28万公顷，我们依照我们现在的人口数，你觉得够吗？这是其一，我觉得不公平的地方。其二，不公平的地方，我刚刚讲到很多的条例，我们的合法的建筑用地只有0.6%。然后这里面问题出在哪里呢？区域计划法进来了，把原住民的土地的使用规范根本没有思考，所以原住民现在有非常多的土地是违建违法。待会我还要问一下林次长，请问一下，可能钟副主任你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我，我请那个处长。处长，我们要恢复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土地一定是最重要，对吗？对。好，第二个，现在我们终于这个国土计划法通过了，我还没有看到你们这边有谢谢我。国土计划法好像只有本立法委员在内政委员会的时候强力的通过，对吗？特别谢谢委员。是吗？对。原民会现在已经到四处去讲，我们要怎么样来把原住民的土地利用国土计划的特定区，把原住民不公平的所谓的这个也根本没有原住民思考的土地赶快来区分，然后符合一个原住民的土地现况。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做的怎么样？现在这国土计划法过了以后，我们现在做地方的说明了。那我们现在积极的也在，因为毕竟我们人力有限了，我们也在准备做一个委外的动作来配合内政部营建署，他们在做国土计划规划的时候一并来进行，然后能够比较快的切入到他们的重点。那这边跟委员一并报告，就是说刚委员提那问题，在国土计划法里面，我们的原住民特定区域里面，我们也有这个思维，就是有关于这个备灾用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成长管理，就是建地不足的问题，可能在这个部分我们会一并去做检讨，就是跟内政部在划这个特定区的时候，这都是我们在思考的思维里面。依照现在，如果民国79年民国63年区域计划法没有来之前，我们已经既有的土地怎么样让它已经可以规范回，符合符合不是违法的土地，你们怎么规范？跟我们报告就是说，因为这个国土计划法它要整个取代区域计划法，所以区域计划法现在所规定的未来转换到国土计划法，它是新的东西。所以就说，在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尽量的朝向原住民需要的。当这法令制定以后，它就排除掉区域计划法现在所有很多的东西了。请问一下，我刚刚说区域计划法还没有来之前，原住民的建物已经有了，它可不可以现在马上合法？因为区域计划法来以后，就让原住民的土地就地违法，这是不公平的。处长，跟我们报告这个部分，我们在去年也谢谢那个林次长，我们有一个平台，就是针对这个土地这个不合理的部分哦，来做一个平台。那针对刚建物的部分，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放宽，还有一些部落我们都检讨整个部落的建地，全部做检讨，做更正的这样编定，还有一些文件上的申请已经在做了吗？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时候会做完？我们那个我们现在分两个批次嘛，部落大概是在明年的年底，那其他那个案的部分持续在做。我们分两个批次嘛，一个是区域计划法来之前，我们既有的建物已经在的，你们马上要让它就地合法，对不对？一个是区域计划法来以后，根本没有用原住民思考的方式，我们现在用国土计划法来怎么样了，把它就地来解决原住民这个建地的问题嘛。那现行的部分我们现在在进行了，也跟内政部现在都在进行。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开一个共同汇报，就是这个控管这个合理方案的这个进度跟它的绩效。好，第二个我要请问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有关征划编的部分，已经到现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取得他项权利只有20,000多？问题在哪里？鲍文，这个两万多可能我有一点你上面的数据啊误解。对，这个两万多其实是原住民取得他项权利吗？这个两万多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原住民保留地这个20,000多有设定他项权利的。现在这个26万里面有20,000多是设定他项权利。26万有20,000多是他项权利，所以五年以后他才能够拿到所有权状嘛，对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里面有很多已经满五年了，对，但是他没有拿到所有权。为什么？那就是当时后来有在要赋予所有权，有继承的问题，有很多行政上可能通知不到人的问题，还有一些现况，当时都认为说他是违法的，不可。但这个我们一一在克服。我就问一下，如果他当时是所谓的林地，
然后呢，有很多的问题，他要恢复的话，可以吗？啊，目前是可以了。我们在3年前有发了一个解释函，就是说针对土地的地权跟地用分流处理，所以它上面如果是违法的，就按照现有的规定去处理。但土地的权利恢复还是按照既有的这个程序办理，这个已经都解套。好，目前这个解释函下去有大概6000多个人受惠啊。好，那还有一些问题，可能到时候还要你们来解决一下哈。比如还有我说彰化边到现在到底有多少已经有他项权利，或者是已经拿到了合法的？目前行政院核定了大概2500公顷进来，2500公顷而已。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那么少？因为很多他们申请的案件很多，比如说申请的案件大概现在统计大概40000多，那实际上到最后我们目前看到只有六七千笔通过。所以处长，那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条件不成就的问题了。处长，麻烦一下，把第一章的那个土地日据时代给原住民的那个给行政院长看啊。日据时代，纵使把原住民框在一个地方，都有3公顷啊，一个人啊。现在原住民已经54万人口了，我们才有多少？好，不好意思，谢谢。那个次长，不好意思，再给我一分钟时间好不好？有请次长。次长，现在民俗管理办法里面就要解决原住民的民俗的问题，请问一下，你们现在的政策是怎么样？报告委员，民宿管理办法是官方去定定的，已经修了，修到你们内政部，可是你们营建署有问题。这个部分我手上没有资讯，说那个办法我们内政部目前有什么样的意见，是不是容我会后回去了解再向委员报告。市长，我到时候因为呢，当时呢原住民的土地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你们区域计划法来之前，非常多原住民是违建的，当时我记得托育的。那个计划修订也在您手上，同样一个政府为什么民宿就不行，然后托育就可以？所以我麻烦一下次长回去注意一下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了解，谢谢。因为我会同原民会都有积极在处理，因为他的违建的问题其实太阳非常的多，我们很认真在处理当中。谢谢，谢谢。好，请陈毅委员。主席先请原民会副主委，对，内政部晚一点请准备。那个副主委跟处长就 好，是，对，委员好，是。依照这个原民会提供的资料，国民党和救国团呢都占有 原住民保留地，那么这个占用的时间呢，很多超过20年，甚至超过30年的都有。那现在虽然就是说声称了哈，已经立有这个租约，可是租金呢却比这个占用的补偿金还要低哦。那么国民党的这个来义乡党部上次本席已经质询过了，每平租金才1.6元。那现在有发现一个新的救国团的梅山青年活动中心，更是夸张，每个月的租金竟然是1块钱有找。0.07元哦，连一角都不到哈、哦。那我说这样子的租金，这样子的价钱哦，国民党是不是在欺负原住民？救国团是不是在欺负原住民？非常的贱价，还是副主委觉得这样很合理？跟我也报告，因为这个应该是。就资料来看是乘以1.5，公告地价乘以1.5，但是应该是乘以3。不管乘以多少啦，这种价钱是不过合不合理？你认为这样合理吗？各位包括因为在原住民地区的保留地哈、哦、都比较偏远，然后它的那个公告地价也比较低。你要讲法，你刚刚讲法，那我们来讲讲看哈，我们重新思考一下那个法律逻辑是怎么样。就法律而论哦，上列这个4笔占用的原保地的案件。应该都是依照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第28条的规定，非原住民在本办法施行之前以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继续自耕或自用者得继续承租。那现在所以现在、仍然继续占用，那以这个国民党占用的来义跟复兴2笔土地哦，如果依照这个地政的资料，现在上面的建物都是登记在国民党名下，
那原民会站在捍卫原住民权益，你准备怎么跟地方政府配合取回原保地？报告委，根据我们资料上的显示，因为这是大概在70年间，当时是省政府民政厅核定的，那当时也是依据台湾省山地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当时的第34条有规定，合法的公司还有合法团体所建筑用地由乡镇公所县政府勘察并加以具体处理，呈报民政厅核准租用或使用的原住民保留地，所以它有一些历史的过程，所以在民国74年核定。我不要问你过程吗？我打问你打算怎么做吗？那因为如果说还是要处长要帮忙一下，如果好，一般是这样，如果承租的土地如果有信赖保护的原则，那我们原则上他如果没有违反规定，我们是不太容易去把它收回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说，自己管理办法里面相关的那个租金的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再做研究。他的研究把它调高一点，调高，对，这样子哈。调高啊，如果他有违反的部分，我们会确实要求这样子收回，或者说他在租的这个过程里面，本席要很清楚的讲，就是说绝对不可以用调高租金的方式来解决。虽然这个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公告前如果已经租用，就可以继续承租。可是国民党和救国团从一开始它是无偿占用的一个情形，所以你按照逻辑来讲，我们应该去检讨的是这个日后才成立的租约是不是合法，它的合法性在哪里？大家从来没有这样去思考过，一直在想说我租金要调高多少，这样是不对的啊。你从一开始它是无偿使用，那你竟然后面才立租约，你还这样的法律逻辑，你们这样思考对吗？所以如果它是不合法，好，那原民会就应该要立即要拆屋还地。好，本席给你们一个新的思考方向，你们重新去检视这个法律的这个逻辑。我刚刚讲有没有道理？谢谢委员的指导，但是我必须跟委员讲，因为你要排除它，可能也要有一些相关的法令来支撑啊。当然我们在做法上你们再慢慢研究嘛，至少刚刚那个逻辑是正确的哦。那我想就是说，即便这个承租关系哦一开始就合法，但是这个两笔土地不论是以这个党部或者是民众服务社的名义来承租使用，都已经是让另外一个单位哈来共同使用，已经违反这个原住民族保留地的开发管理办法第29条的规定哦，不得转租或由其他人受让其权利，那应该要立即由原民会或地方政府来终止这个租约，收回土地。那救国团的部分哦，过去救国团的宗旨是这个青年服务嘛，那青年为国家服务目的是反共救国，那现在救国团呢，它是除了特定为特定的政党服务之外呢，另外呢，好，我们在很多地方哈，特别是风景优美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它是以盈利为目的在经营，有开旅馆的，好，日月潭那边，那有餐厅，有饭店，还有这个其实跟度假村中没有什么两样啦。那我们拿这个我们原住民保留地来做这些事情，符合原基法的精神吗？那也符合这个原保地的这个开发管理办法的规范和精神吗？有符合吗？来盈利是值得争议的啦。好，谢谢哦。那所以哈，我想一样，本席一直在强调，我们原民会应该和地方政府应该立即取消租约，好，立即收回土地。那我请内政部一下，请教一下内政部，那个到底有没有这个财团法人台东讲学会这个单位？有没有？对，财团法人台东讲学会。我可能必须要查一下。那些有原民会有资源哈，来，好，我跟你说，谢谢，因为我们都查过了，因为我们透过这个司法院的查询，法院没有登记台东讲学会这个单位，那既然没有登记，为什么这个地籍资料早期登记的权利人是为台东讲学会，但是有些在88年的权利人改为空白，有些是在92年的时候权利人变成空白，所以到底你们有没有这个没有登记法人的台东讲学会，到底当初有多少土地？那现在土地异动的这个所有权人是谁？你们内政部可不可以提供资料？对，
报告委员，因为今天您刚刚提到这是一个个案哈，那原本我们目前这个案我们现在是多少人的权益？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刚刚大家也在谈的，就是说我们有订地级厅里条例，然后由地级厅里条例的相关规定来针对，不管是权利人或者等等非法人的部分来做地级的清理的工作。那您刚现在提关心的这个台中县讲学会的话呢，如果按照圆明会这边的相关资讯的话呢，他可能是也有非原住民保留地。圆明会协助一下好不好？你们提供资料，你们讲一下。就现在我们整个清查成功，大概有208笔的私有土地，面积大概32公顷。那这个不是原住民保留地，它大概在50到69年取得所有权。那现在有部分的土地是出租给其他人耕种，很多都是原住民。那应该是这样哈，台东县讲学会的土地，当然。可是现在都是由台东县政府承租哦，已经30秒就结束了哈。那台东讲学会的土地大部分，刚刚像处长讲的，都在长滨成功大概那个地区哈。那我想五个部落：丹曼、乌斯比、白山湾、界桥、吉纳鲁嘎。我们办公室取得这个台东讲学会的地籍资料，就是在那个吉纳鲁嘎的那个地方。那这些都是族人在耕作的土地哈，我想在这边本席要求原民会，请你们调查了解这些土地的使用状况哈，并且把它增划编为原住民保留地。可以吗？好，那个时间到。我们会去厘清它的权，那个土地的权属是，如果是公有的，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努力。好，谢谢。好，那个内政部要提供，没关系，那我们会跟原民会一起来厘清这个个案，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陈其迈委员。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次长，林次长。陈委员好。次长你好哈。这个我先假设一种状况哈。那以你在政府机关服务那么多年的一个经验来看哈。那假如说有一块土地，我拥有一块土地哈。那每坪的一个公告限值是400块。那政府呢就因为某种原因的一个需要，那他向我买了这个签了一个合约是5块钱。那你以你的经验你来判断说，那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一片400块啊，不要政府跟我签签一个契约说这个土地一片5块，那政府就取得这块土地。那你大概判断说这中间大概发生什么事情？以现在的一个政府的一个经验来看呢，要像我觉得这个假设的状况的话呢，因为你如果会回到土地征收或者是协议架构，因为我们现在要取得民众的土地，那我怎么有可能说这一坪土地是一坪400块，我卖你5块呢？怎么有可能？对，所以因此的话，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以目前相关的法令，你协议架构民众一定不会同意的。对，那如果协议架构不同意走到征收的途径的话呢，我们征收也是要市价征收，也是用公示。对对对，所以这种状况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好，那假设这种情况，我们回归到50年前的台湾了。那我一坪土地是公告限值是400块。那政府用五块钱一坪5块钱征收，那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征收，或者是架构取得，也不是征收。报告委员，因为我们以前即使用土地法的话呢，征收也是用公告限值加强。对啊，对啊。那用五块钱去取得，那这个中间代表是发生什么事情呢？那这个部分可能委员就可以给我们是不是相关的个案，我们再去了解说当时个案的状况。那我再换另外一个例子了哈，假如两个人。
哦，啊，这块地明明了400块，结果买卖的这个成交价是5块钱，你觉得发生什么事？以我们一般国民的常识啦，法律常识来看呐，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啊，这块地400，公告限制了400哦，哎，啊，为什么5块？这个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想象这个状况大概是什么？发生有可能是买卖中间有什么过程，对不对？不是，包括委员，因为那个个案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不是因为不符合市场，就是有的土地，如果它上面已经被人家长期是占用，或者是设定开放权利，或者是设定抵押，都没有这个状况都会很多，是很少见嘛，对不对？即使在50年前也是很少见嘛。大概有几种状况，一个大概就是强暴胁迫嘛，就签了一个不平等的。以不相当的对价取得的一个买卖契约嘛，对不对？那他也有可能是被这个在买卖的过程里头有一些欺瞒，或者一些诈欺，或者一些状况，你才有这种状况发生啊！啊不，这得400块也当没得。即便说哦，比如说我是地主，那我很缺钱，那你也不可能说一块400块的土地用5块钱的价值就取得嘛，对不对？我讲这样合不合理啦？我这种推论合不合理？我也有你的推论的，但你同不同意的？大概有几种状况，这个是比较似乎是在这个一般的状况下是不可能发生说400块的土地5块钱就取得嘛。好，我现在回归到讲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国发院的土地，国发院8900多坪，那一坪当时的公告限值就是400块，我讲的这个价值。结果用5块钱，国民党就把这块地买掉了。好，这个叶姓的地主不服，在2003年的时候，当时就提出诉讼。那提出诉讼，国民党当时这个次长，国民党当时在8393坪的土地，总价金用40000元就取得该块土地。好了，那叶姓的地主在当时的威权体制，他也不敢张扬，也不敢澄清。到了2003年的时候，他才向台北地院，他提出诉讼，结果一审法院败诉，到100年的最高法院败诉。那败诉的理由是什么？败诉的理由是说，没有办法证明这一个当时的这一个是他不是在自由意愿情况之下取得的这个土地，他没有办法证明。哦，因为来就4个情治人员。跟随着国民党当时的郭继，就跑到这个叶姓的屋主家。叶姓屋主前一天晚上被约谈，隔天回来以后，他马上在当天就签了这个买卖契约。所以一坪400块的土地啊，就用5块钱。然后这块土地成长了7万多倍，现在总价值是40几亿。所以我讲这个过程，我带这个次长，可以是。叶家没有办法证明国民党强迫买下，这个就是在我们2003年到我们现在，我们在民国100年，在整个司法诉讼的过程里头，叶家最大的问题是说他没有办法去举证，这一个证明说这个土地是国民党强迫买下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讲转型正义的时候，我们在处理不当党产，国家的土地被国民党以显不相当的价值取得土地之后，我们要求说他要归还土地。国发院的土地是说国民党以显不相当的土地是向私人取得该土地，我认为在不当党产的处理里头，这个部分也一并要去处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牵涉到转型正义的问题嘛。你从这一个当时，哦，除了说这一个在他的一个土地的一个取得，哦，这个是很不合理嘛，对不对？但是你叫他怎么去证明在当时的一个威权体制的法院，他敢向谁提出陈请？或者是说即便说在解严之后，法院以所谓的叶家无法证明取得这一个相关的这个他是在胁迫的情况之下，哦，但是这个次长，我刚刚跟你报告的就是说一坪5万的土地，这个是显不相当，而且就只有几个理由，我没有办法想象说有任何的理由，哦，能够想象说一坪400块，你说为了缺钱，你一坪讲啊，我都欠钱，一坪我无我嘛100，或者是我找了很多人，那有一个人要用5万块，哇，5块钱的这个价金来帮我买这块土地，我怎么会卖给他？我再怎么缺钱，
所以这个是排除这种状况嘛，对不对，市长？你同不同意啦？我在讲国发院这个个案呐、啊，你觉得像类似这种案件呐、啊，这个叶姓屋主到现在地主还四处在陈情，讲到这块土地被国民党强占，被情治人员这个在胁迫的情况之下，不是在他自由意愿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你现在又要拿出证明，证明五十年前这一个买卖，他并不是出于自由意愿的一个情况，这个怎么有可能？我举了这个那么明显的这个案件、啊、我只是在就叫市长说，那这些案件怎么办呢、啊？你同不同意？我们在处理不当党产的时候，他国民党向政府不当取得的这些党产，跟国民党向私人取得的这些不当党产，当然都要一并归还，而且这些不当的利益也要来计算，要来往返嘛？你同不同意啦？包括委员，因为目前在立法院，其实不管是这个转型正义，或者是不当党产条例，或者是政党法，其实都有相关的版本在讨论当中。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内政部是尊重立法院的共识。那个次长，几位原住民的委员，包括讲到来意关山，就是很多了哈、哦，不止这些原住民原乡部落的这些国民党的党部取得了一个模式了。这个我跟次长做一个说明了哈、哦，也许在处理不当党产未来。在处理相关的案件，你们会比较清楚啦。那地拢政府地啦，气拢政府补助啦。后来知道说这些民进党执政之后要去清查，或国民党执政知道说党产有一天被追查的时候，后来都是用极低的价值，就把土地又后来又卖给国民党。那建物这个部分，我刚刚讲过，都是政府补助盖的。那国民党经过这几手的一个买卖，这些后来土地，国民党都宣称这个是合法。所以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过去这些历史的这些包括所遗留下来的这些过程，我们要做一次全部的清查嘛，对不对？把这些相关的属于个人的还给个人，属于政府的还给政府嘛，这样才合理啊。不然你说这该叶姓屋主、哦、按照民事诉讼法277条，每次法院都叫叶姓屋主举证，你怎么证明说你被胁迫？民事诉讼法277条的一个规定，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知事实，要负举证责任。但是，假如法律别有规定，或依其情形协有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所以理论上，在法院的判决里头，这个法院应该要把怎么样？他跟国民党，他怎么去对抗国民党？他怎么对抗当时的威权的一个政府？不可能嘛！所以你举证责任应该你要反制啊！你法院你应该在裁决的时候，在处理的时候，在审理的过程里头，你本来就是应该要按照这一个法律的一个公平的一个原则，你举证责任当时本来就是要举，要那个要转换嘛，让国民党去举证嘛，对不对？你举证责任没有反制，你民众怎么会告得赢政府？怎么会告得赢国民党？好、哦，所以我主张了哈、哦，这个次长，我觉得在我们未来在审理不当党产的时候，我主张哦，不是现行的版本里头，不是说国民党占了国产要还给国产，国民党只要占了民产。占了人民的财产，这个部分也要一并清理。只要在过去的这个买卖的过程里头，有以显不相当价值取得的这些私人财产，这一次也应该要一并来做处理，这样才能够真正落实转型正义啦、哦。我也希望说我们内政部的同仁能够把我刚刚讲的，有一些是国产，变成这个以先承租，最后以低价取得这个部分一并做清查，好不好？这个我们再拜托内政部能够在未来处理这相关的一个条文。跟未来在执行的一个过程里头，能够来全力落实保障人民的一个财产。好，谢谢哈、欸。我们今天延长时间到执行结束哈。那接下来我们请萧美琴委员。好，谢谢主席哈，请次长。萧委员好，好，次长哦，今天在讨论这个土地产权跟使用上面的一些争议哦。那么其实这好几年来哦，从我记得是李鸿源当部长开始，我就一直在咨询跟追踪，但是一直好像还没有一个成果，就是针对啊都市计划公共设施保留地的一个运用跟重新编制的问题哦。就是说过去啊，这个早期也许很多原来啊有特定的都市计划的公共使用的规划哈，例如说学校啦、公园哦，那么有一些土地已经征收，有些没有征收。
哦，但是啊，已经征收的这些土地，也许多年之后又面临人口少子化，根本学校连盖都没有盖。哦，但是他就一直闲置在那里哦。那对原有的这个地主来讲，他当初是以公共用途来进行征收的。那他现在的一个是不是有购回的权利的这个问题，甚至是他整个计划的编定的当初的目的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哦，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那另外还有这个当年是没有征收，他就是把它编定是特定的用途哦，他是公园，他是学校。那他又没有征收，变成这些地主他每一年都要缴税，但是这个土地他不能够去合法的使用，因为他已经有特定的用途，那也就产生了很多的不公平的状况哦，以及原来的这个所有权人哦的一个使用权限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已经追踪多次啊，但是感觉上这个内政部一直说要做通盘的检讨哈，但是这个时程一直没有出来，那这个通盘检讨的进度到底是如何？次长能不能说明一下？好，谢谢。向委员报告，有关所有的整个地方的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的通盘检讨，我们内政部实际上有确实已经有编列预算补助每一个地方政府，他去做他的公共设施保留地的通盘的检讨。那事实上，目前地方政府都已经在启动当中。那如果他们有具体的检讨的结果，就会报到我们，因为它涉及到都市计划的变更，就会报到我们这边来审议。那我们会持续来督促他们尽快完成这个作业的程序。你们原来预计的时程是多少？你们编列这样的一个预算，总是有一些时程上的规划吗？报告委员，我们编列的预算的话，当然是希望他们尽快。可是因为每个地方政府他的想法不一样，而且事实上有些地方政府，像例如是说，他可能认为说哪一个学校、哪些学校是要废止、要变更用途，那在地方上会有不同的意见跟不同的一些反弹，所以地方政府还是必须要做一个妥善的去处理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强制他什么时候一定要做完，因为都市计划的检讨还是必须完成都市计划的检讨，由直辖市、县市的都委会审查通过以后才送到内政部来，这是第一个报告。所以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县市政府有开始提出这个通盘检讨的结果，都还在地方，现在全部都还在地方。对，目前我手上，那我们有针对每个地方在追踪进度吗？还是就放手让地方去做？有些这个进度比较慢的部分，有在做什么样的一个督促呢？我们会我们确实都有定期会去清理，就是说他们目前的这个进度。那如果有需要涉及到相关要内政部协助的部分的话，可能是涉及我们在一个沟通的协调，这还是必须地方政府去努力啦。然后可能有一些涉及到回馈的。因为有一些你如果是说是公设地，你要变更为非公设地，那有些回馈的条件，有一些如果有涉及到中央法令的部分，我想我们也会来予以协助。那我想在一个是公设的通盘的检讨，那因为委员刚刚关心的，也有说，那我这在公设地，那也有被征收的，也有没有被征收，那怎么处理呢？如果已经被征收的部分，如果它确实是没有使用的话，第一个地方政府它可以自己主动来废止征收。那这个地，那另外有设年限吗？废止征收的话呢，我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征收的话呢，有说征收的，我们如果按照期限没有使用的话，民众可以买回。那就是在预的征收期限，应该是五年内，这个期限是多少？五年内，我记得是五年嘛。我知道，就是说它的使用期限预满是五年内，它可以来申请买回。那因为在实际上你也知道，很多其实已经是逾期了二三十年的都有哈，但是这个要买回的相关的权利也遭遇到一些障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说它都没有，都完全没有使用，逾了一定期限，我们可以撤销旧有的这个征收计划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他可以来要求，一个是他自己可以收回他自己的地，而且针对这个没有使用的这个征收计划，可以要求说，他应该是撤销他的征收。所以这个在整个通盘检讨完成以前就可以来执行的。对，现在目前在现行的机制之下都有，那地方政府自己也可以提出废止。其实目前陆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政府他自己觉得说少子女化，有些学校用地他确实不要已经征收的，他自己也有提出要废止征收的案件，我们都有受理。
好，那另外在这个公有地的使用上哦，其实我们中央跟地方很多的机关，但是每一个机关都有不同的这个管理的规范跟标准哦，造成一个国家好几种不同的制度哦，像民众租用啊林务局的土地，租用国产署的土地，租用这个退辅会的土地，甚至是使用台糖的土地哦，每一个规范跟标准都不一样，甚至权利也不同。可能早期日本时期，他就已经住在，例如说住在台糖的土地上面，他今天的权利就跟当年如果这个土地不是交给台糖，而是交给国产署的权利，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也就也衍生了很多的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公平的状况哦。那包括这些土地它的一个公共用途，或者是它的整个租用的标准，它租用的金额，其实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做整体的，在所有跨部会主管的这些土地上面做一些标准上面的整合，甚至是法规年限跟购回的这个期限的一些整理总整理呢？向委员报告哈，因为每一个公产的话，它都有个管理机关。那公产的管理机关，它会按照它的自己定的管理规则。所以这个不公平就在这里嘛。我好运，我的土地就是国产署的；我不好运，我的土地就当年就交给台糖，现在又私有化了。好，每一年我的租金照着公告地价在涨哦。对原来在使用的人，他权益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啊。对，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涉及到财产的管理机关，这个部分我们内政部可能比较困难，所以就是大家各自为政的意思吗？因为地方政府这个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统筹跟统一的标准吗？报告委员，地方政府他甚至他都有订自治条例来管理地方的这个县市有的财产，那在他的权限之下的话，我们是必须尊重，除非说他有违反土地法的规定。除非他违反土地法规定，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委员如果需要了解，我们可以去汇集。现在不是只有地方的法规不一致的问题，还有中央各部会之间他所主管的土地的使用的权限跟标准也都不一致啊。对，不晓得国产署这边能不能来做说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啦，我也知道不是一个单一部会就能够解决的了哦。但是我还是希望说，这个涉及到一个使用者的一个权益问题跟公平性的问题哦，这个还是应该要跨部会来做一些，是不是可以做标准上面的整合哦？那最后哦，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但是因为今天原民会也在此哈，我们有很多跟这个原住民保留地的使用跟认定上面很多的争议哦，例如说秀林乡哦，现在有一个这个过去台电的。对，我要请他提供书面哈，有这个过去这个台电使用的用地，那现在产生公共用途以及私人权益之间的纷争跟矛盾的时候，你们的认定标准是什么？那主管机关在此的一个角色是什么？能提供书面资料来给我们做参考。谢谢哈，请书面哈。那接下来我们请徐真卫委员他送书面哈，然后李彦秀委员不在，郑应鹏委员不在，蔡义宇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林进宪委员不在，蒋乃兴委员不在，陈廷辉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林长佐委员不在，那个。吴清敏，你要找我话无？我听个小弟先讲，我放个上后边，好，好不好？然后陈欧博委员，你写个单子来。陈欧博委员不在，叶怡君委员不在，李坤哲委员不在，何新存委员不在。那个吴委员，你要不要跟我换？你写个单子来，那请委员先。好，你请党团处理就好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请吴委员发言。我往右边，安尼看，嗯，盖完，不要紧，盖完，嗯，我做什么呀？主席，我请内政部处长。请次长哈。我们委员发言时间都准时哈，我家己会打折，你放心。好，我对，放心。次长。
啊，针对讲吼，今仔日吼，啊，咱所提出的，包括原住民的议题，包括寺庙的议题，吼、哦，本身吼伫遮吼，啊，因为伫我当地有一个问题，过去即拢是两百几年前的，吼、哦，啊，有建立一个大王宫。啊，大王宫，我相信这绝对不是讲哦，干那伫土城，这全台湾省的个案，这是土城的个案，但是全台湾省有真侪存在这个问题。尤其大王宫两百几年前过去，因为水权的问题、土地的问题，死伤的人数非常的多，才有伫咱中和、甲板桥、土城来建立一间大王宫。啊，这间大王宫会当讲过去伊的资产，到延续到今嘛，已经拢超过50亿啊。但是呢，真侪因为过去因阵啊，伫咱的民国几年呢，伫咱的九十几年的时阵，99年，有伫咱新因阵啊台北县县政府来申请吼咱的财团法人，但是吼伫这段期间完全拢无法度吼来申请落来，因为是地方有人提出异议，但是伊即卖所有资产变成过去登记16个，咱的。王的大王宫的代表人，但是拢陆续46个，拢已经拢过往，所以依法资产拢完全无法当讲成立一个合法性，包括咱的财团法人，过去讲叫做新民会，要啊改财团法人，但是伫这种情形下，咱要安怎来解决？要安怎就这个新民会来个演变？就算财团法人也好，就是用公法人也好，就只要咱会当讲延续，好进行大王宫。哦，这因为处长可能你也无了解，因为吼、哦、过去吼、哦，因为制定一个内规，内规爱一半的人，吼、哦、一半的会员同意，但是你想一半吼，即马伫这个山区偌济人，你知无？超过120万的人口，啊，120万的人口，你光是要邮寄，光是要开会，你所花费的就要好几千万。所以，伫这种问题已经无法通阁来成立讲会员来开会的经营下，是不是内政部这边需要来做修改？相信这是土城的个案，但是绝对是全国非常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好、哦，请处长你来回答，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各位员报告哈，这个土城大王宫，这个算讲神明会的一种啦。对，我们现在都看得到，好、哦，就在图片这里。是。啊，我们知道公他也已经有清理了，哈、啊，然后他好像也是三个地区，这个地方政府的首，这个首长的话，我那当然我是他的成员啦。嗯、那如果说住在那边的，对，然后他的话呢是住在那边的民众的都是他的信徒，所以公开始公也范围也人数哈，看不下挺多了哈。那目前有在清理，那也会希望说他能够走向成立财团法人的这个方向。所以讲无缘关心的部分的时阵，我们了解，那也会尽量给他一协助。因为伫99年提出申请，啊，咱的地籍清理条例，啊，所以讲伫迄阵啊提出申请了后呢，到103年。哦，103年完全的驳回，所以伫这个问题，因为地方，这是地方的信用中心。你刚看这个图片，你就知影讲大鹏宫伫地方是200几年的历史，这嘛算一个古迹。所以伫这个部分，你讲演变过去是民选的乡镇市长来担任，但是即卖用区长，但是咱拢了解区长未来。你若首长阁换人，区长嘛是阁换人，永远这个问题还是永远存在。所以讲哦，会当讲哦，大家未来这是大家地方的共同的资产，是不是讲会当伫这个部分，咱的法条要安怎来做修改？你要一半的人数来参加开会是绝对不可能，120万的人口，你要怎样去通知，怎样来开会？对，委员报告哈。等于讲，后摆伊用从他的规约再去做调整修正了，但是问题是讲，要达到规约的修正之前，他还是必须符合现在的法令的的这个人数的限制了。那可能会希望说，以后也可以当修改也规约哈，让规约里面可以把它看。
做不同的对事情不同的性质，然后出席人数安乐也可以不同的规范。但是我想我们可能还是先要协助他们把这个怎么样让它正常运作起来，这是比较重要。因为在它的规约第三条哈，就是有明确的规定，好，明确的规定会员要超过一半，一半我都算起来还要六十几万的人口。根本就无可能去达到这个标准，要统计120万的人口，佫更加无可能。所以讲，伫这个部分，新内政部要安怎做修改？来，你说明一下吧。这么，啊，没关系，你来回答。他目前是已经清理完的。好。有关规约的一个修正哈，原则上还是要尊重规约的一个这个会员的来做决议。所以现在可能他如果需要修订规约的话，因为地基清理条例有相关的一个规定，那他特殊的情况如何可以透过他的规约来做特别的处理，可能我们还要跟这个新北市政府那边再做个协调，看看如何来协助他们。但是你回答完了，依照规约的话哈，都免提出来讨论啦。所以吼，你讲吼，针对规划，规划是啥物时阵制定的呢？这拢是过去，会当讲几百年前制定的。啊，你讲伊制定了后呢？咱讲吼，伫咱的法条嘛是伫35年，但是只要个35年，迄阵啊制定土城、三峡、土城，甲咱的红的综合板桥人口是才偌济，已经不符合即马。的实际啊，啊，所以讲伫这个部分应该要来做修改，这是唔是针对讲干那土城这个部分？我相信讲全国真济拢是这个案件类似的拢非常的济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唔是当讲吼用现实的吼人口数，大家来跟来讨论看有啥物办法替来解决这个问题，叫我当去解决。报告委员，这个部分哈，阮来含新北市政府的时阵，再来讨论啦哈，看用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协助他们。如果真的有需要涉及到我们法令的修正，我们再回来检讨。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同仁一定会密切跟新北市政府来联系来协调，看怎么让它能够顺利运作。好，因为时间有限，处长，我看哈，在咱哈。未来找一天哦，我来邀请吼，咱所有的地方的庙师拄到这个问题吼，咱要安怎来解决？要安怎讲？伫个方个法规内底，要安怎替因来解套？吼、哦，好，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请陈一杰委员，陈一杰委员不在，请赵天麟委员。我给你看看这。好，谢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主席先请原民会我们的钟副主委？有请主委，钟副主委。委员好，副主委好，是这个我前两天都在兰屿，是兰屿，我去参加了一场马拉松，在那个兰屿环岛的，有看到FB 报道，是那也在难得在那边参加比赛，所以包括乡长啦、地方的一些士绅啊，一些朋友，包括一些业者、当地居民，大家很多的机会，因为我在那边待了3天嘛，就交换很多意见。那其中包括今天我们招委排的这个议题，当然他们也有提出很多的观点，是好，但是今天倒不是跟您讨论这个部分，因为这部分刚很多委员提都已经讨论过了，是大家的观点其实都差不多，就主要还是在于说原住民以前从日据时代到国民政府时代到现在，他们的这个土地相关的所有权的问题，特别兰屿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公开观光化，是那有很多外地人在那边做生意之后所产生产权的问题，我想这个就是请您注意，但倒是他们另外提了3项问题。那3项问题呢比较麻烦，是因为倒也不是原住民委员会直接主管，但是因为原住民委员会就是要照顾原住民权益，是所以我在这边提出，那也让您参考，留下公开的记录，或许在未来我们更深入探讨的时候，原住民委员会要在这边积极协助他们。是第一个呢，他们有一个感慨是认为说，很多人认识兰屿的部分是在于兰屿的可能这个核废料储存，可能在兰屿现在有这个很多
著名的，包括这个飞鱼记、丁字裤等等的丰富的文化。可是兰屿人的需要，可能或许大家知道的比较少。再加上说，兰屿的达悟族人数在原住民里面并不算多，所以呢，在很多的这个资源分配的部分，他们都认为他们是相对比较弱势，所以他们提出三样的需求。第一个，他们会认为说，在污水处理的部分，是现在的兰屿已经不只是说是一个常住人口3000人左右的地方，它随着各项的这个观光的这个推广，现在在那个地方经常进出的，从航班、从那个船班，你都会感受到，现在其实都是蛮爆满的状况。是是。那所以污水的处理到现在还是在相对落伍的状态，是直接排放到海中。那这样子，其实对于我们把那里当作是一个生态的珍宝，台湾相仅次于澎湖的第二大岛，而且是最没有被人为破坏的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所以呢，包括乡长在内，许多人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需求。是。那当然，第二个呢，就是有提到说整个野溪防洪整治的部分。整个在兰屿的部分，这次我们去也感到相当的惊艳，就是原来它是一个多丘陵，那这个非常丰富的山林的一个资源在里面，而且它被破坏的情况呢，自从退伍会退出之后，其富裕的相当的理想。那但是呢，它的野溪相当多，因为它高度蛮高的，整个海拔直接拉升到500多600那个情况。那但是只要是台风或者是雨季来的时候，防洪的情况对相对于本岛或其他的原住民的原乡，他在做防洪的这个经费在取得还是相对比较少，是，所以那个洪水的问题、土石流的问题，他们也都是相当的这个担心。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环岛公路的部分，对，那这一点我就特别有感受，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马拉松赛就是跑环岛公路，是是，也包括中横的那条路，那它全程没有柏油路，它都完全是水泥路，是，而且那水泥路已经年久失修，是，所以它是完全处于在一个非常的坑坑洞洞，是，而且是这个很不理想的交通状态。那以上的这些部分，其实如果回到本岛来看，不管是原乡或者是原来汉人所居住的这个乡镇市，它其实都并不是那么的巨大的这个经费，也不是那么困难的排程。纵使不是明年、今年可以做，一定也可以在3-5年内被排进来。但是他们长期的争取都非常困难，所以当然他们就会认为他们是被边缘化的，因为人数比较少，声量也比较小，距离比较远。所以呢，自然离中央、离县政府的关爱也比较远，所以我在这里要请您说，愿不愿意宣示说，再积极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在相关未来，不管哪一党执政，原住民都是台湾的主人，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不要分大小，不要分远近，不要分人数的多寡，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达悟人的需要？是。首先，谢谢委员对原住民的重视，尤其是兰屿啊。那因为兰屿在原住民16族中，的确是唯一最单纯，然后最被一个独立的一个岛屿的一个地区哈。那刚刚委员所提到的污水处理、跟野溪的防治、跟环岛公路，我想这个都是在整个生活上所必须最基本上的一个改善哦。所以我们愿意哈把这个部分把它列为重要的记录，然后做一种规划整理。那我们也想说有机会也能够去再深入了解，也特别谢谢委员这样的一个提醒。好，那接下来的相关的议题，因为我刚刚强调，不是完几乎都不是原住民委员会直接主管的，是，但是站在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协助的主管机关，我们一起来协同把这件事情一一来解决，好吗？是，好，谢谢委员，谢谢，好，那请回。接下来我们请向内政部，好不好？内政部我们的这个次长林次长，是，张委委员好，林次长好。是这样子哦，就是我们在2个月前刚刚好的3月16号，当时内政委员会就已经有本席提案的这个临时提案的决议，要求地震系统恢复注记 C1 代码，当然就是我们认为对于接下来当产的处理上面，要能够给善良的第三人，他能够避免踩到地雷。那当时呢，其实整个我们的内政委员会有通过。那当然，在财政部的部分，我们随后我忘记是当天还是过了几天，也通过了要恢复在网站上去把它做揭露。那至今刚刚好2个月，那再过几天就政党轮替了。那我们本来很期待说，虽然是看守阶段，但是原来的新旧政府间，为了这件人民知的权利，而且大家认为当场就应该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目标上，我们可以在这个最起码的，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它只是在资讯揭露上面，我们可以达到起码的共识。为了接下来的转型正义，建立一个不是非蓝即绿，不是那种严重对抗，而是真正让国家更加亲民的方向走。只是比较遗憾的是，接下来我这整叠里面，就是这2个月里面公文往返的资料，财政
内政部丢给财政部说，请你给我道指一下有多少的财产要注记。然后财政部回文的里面呢，保守道指公布了法院里面已经确定让国民党败诉确定的资料，短短几笔。然后呢，这短短几笔呢，内政部又不愿意把它登上去，又再回文给财政部说，哎，那你当时98年的时候就叫我要把它撤下来，说这是有法律争议的。那你现在告诉我没有法律争议，那财政部又回去给这个内政部说，只要有关于土地的这个相关的地震事项是你们主管的，你们自己决定就好。就在公文访当间，最后在上个礼拜5月5号的最后还在继续鬼打墙。所以我想要请教次长，当然现在因为都总辞了，所以你只是常务职。我只想要请你，因为你一定有参与相关的会议，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是说，一个这么简单的，而且是国会正式委员会通过决议的，都可以被这样子的不重视，那我们怎么期待接下来的改革可以顺利进行？这个部分的话呢，虽然相关的会议我并没有参加，但是有看到相关的资料，是，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内政部来受理的所谓的叫做登录参考档的话呢，这个部分我们有订定一个要点。那这个要点的话，并不是说财政部送给我们，我们就帮他登录。按照我们的相关的要点规定的话呢，这个登录是由地方政府来登录的。所以我们事实上在5月5号的时候已经也告诉财政部说，如果你要登录的话呢，那有申请表有申请书我们也送给您，麻烦您按照相关的这个要点的规定去向直辖市县市政府来申请。那因为包括说你的登录上面要写什么样的文字因为你最主要是这个资讯是要提供给民众的，那我们是申请机关，你自己就要来决定说你要怎么写。那我们这个部分如果他送到地方政府去的话呢，我们也会有关他代码的部分的话呢，如果地方政府有代码不足，我们都会配合来做处理。那至于当然我们知道财政部会说那他的法令依据是怎么样，因为后来财政部曾经来说这个注记要注销的时候是说欠缺法律依据嘛。那这个时候财政部会他认为说那立法院的决议是不是是一个法令的依据。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尊重财政部，因为他本于这个部分是他是管理机关，他文字要怎么写，他的相关的依据，我想我们内政部都会尊重。好，这是最后尴尬期的最后一个礼拜了啦。好，那所以说实在的也就不再为难我们事务的所有的事务官了。但是我只是要强调说，为什么仍然要做这样的垂询？因为国会还是有一定的尊严，这样的决议不管在法治上算不算是一个法律依据，但在民主政治上，我们是监督机关所做出的决议，希望要重视。那我们虽然期待的不分蓝绿的新旧政府这中间的看守期，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典范，当然已经不可得了。可是没有关系，我们就只好自己来做。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件事情，我认为还是一个决心跟魄力。好，那事务官就依法行政，依照政治任命跟执政者他的决心去做处理。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好好一起来做。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我们下一位黄昭顺，黄委员。主席，我想请次长跟我们那个林务局的林务局跟退伍会以及国产署。好，那一起上来。好。那个次长，我想今天早上从刚才一直到现在一个早上的时间，其实我们花九委大概把它归类了一下，我们大概会有问题的几个部分哈，大概我们可以分成，第一个就是原住民的部分，第二个大概应该是那个时空转进的背景的过程当中，可能产生了许多土地上在争议的过程里面，包括像庄瑞雄委员所提的。你明明是跟我们农民去征收，但是你要他们的土地现在归到原住民去。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像陈昌明委员，你连同治时间他们都已经，我想如果我们同样的状况，次长你们是那个，你是那个家族的，然后我们提不出从同治时间的文书，然后我们就现在要用去标售的方法来做，次长请问你能接受吗？其实要向委员报告的话，当然也首先很感谢委员对我们的业务上都有所指正哈。那因为产权的部分它是登记，它有绝对效力。因为从以前一直到现在，你不要再跟我讲产权的事，因为今天会排这个东西，其实
我对国库署，那个国产署是有一点意见的。我们从以前一直到现在，不原住民是因为那个土地实在大到不行，被我们整个国家用公权力去把它整个都可以说取之不竭，那用之不尽。那包括我们人民的，像林务局、像军备局、像国产署。我想我今天会找你们来，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有类似这么多那么长久的案子，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今天要请国产署帮我整理一份资料。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很多的土地，不管是营地，不管是建村，然后大城一包等等，他们提不出他们的这资料，但是的确就是从日据时代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住在那里。我想请问，从那里转到你们那里的土地，你们应该都有整理吗？都有分类吗？应该都有分类，对不对？假属于国防部列管的那个眷改地、营改地，基本上他要做后续的处理的话，他都会，他因为他目前是公用财产，他们现在已经转到你们那里去的，大概有多少？报委秀，我手头上没有这个资料。你手头上没有，你们应该有资料，对不对？有假设变更非公用财产的话，我们会有这个资料。他们已经转过去的土地，你们应该有资料嘛，对不对？有，会有。有，我请你在多久以内可以把这个资料给我？两个礼拜内吧。我们还两个礼拜内。好，那林务局也一样哦，哈。那些人民的土地其实都是人民的土地，而且长久以来他们就是住在那里。长久，所以林务局包括林务局，包括国产地，包括我们很多的庙宇都发生这个问题。好，那林务局也知道，包括阿里山那个地方的山魁，我已经讲了很多次。的确，他们从日据时代一直到现在，凭良心讲，如果他们依靠这个做生活，然后你们不给他辅导，不给他转业，然后就要他们把它拿掉，然后就开了几次会，就说依照用，换句话讲，就是用公权力去剥夺他们原来在那里的生存权。其实本人认为，本席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今天的时间呢、报告委员，因为当地的那个阿里山那些人都是当时林务局的甲级跟乙级，他实际上他不是居民。我今天不在这里跟你谈，对啊，因为如果要谈的话，因为今天时间已经不够，好，所以我要求你把那些包括林务局全国各地，你们去把他们要求的土地收归在你们林务局里面的。你们应该也都有资料嘛，对不对？我们那个资料，因为有一些人他，你们去单独的 他拿不出任何的资料，然后他说他祖先在那边，那他怎么去证明他祖先在那里？我想你不可以，就跟刚才同治时代的是一样嘛，你们就去从人民那边去把他收编回来的土地，你们应该有资料的嘛。没有，他只是包括我很简单讲，例如我们新庄地区的庙宇，好，就是我自己住的地方。庙宇陆地，陆就是我们原来的，我们自己去编好的那个土地，只要他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我们都把它归到国产署去。然后就如果他们不来租，或者你们不租，就把它送到法院去。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也是剥夺人民的权益。所以今天本席要求，因为在整个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为本席要求。你们林务局把你们相关的资料你们整理出来，你们多久可以送给本席，也可以送给委员会？因为刚刚委员讲的那个就是我他的时间不确定，我想全国的，对，我跟委员报告，你们应该有资料。对，我跟委员报告，以前我也处理一个类似的问题，是这样子，他是说阿里山沿线的公路上面，我想你到现在都不用跟我谈个案，就是你们林务局把人民的这种土地，然后借由他们说他们没有所有权，你们就把它登录为你们林务局土地的这样的资料，你们应该有吧？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啊。你们没有登记，你们就没有做管控。我没有登记啊，可是刚刚市长有讲说，就是土地的登记是绝对的权利啊，就是在人民跟我们当中，除非他跟我们诉讼有争议的部分的土地，你们登录的有多少？我们没有认为有争议啊。你们不能讲你们没有认为有争议嘛？人民都已经请愿了，你们怎么可以说你们没有争议呢？我们可以处理、啊。我想你们不可以，我想就是因为这种态度，我想市长刚刚也看到，
陈超明委员的案子是最明显的案子，从同治时期一直到现在，这就是政府欺负老百姓这个很明显的案例。包括庄瑞雄委员所提的也一样，你们怎么可以把它拿走的？然后说，哎，我们现在让原住民来登陆或者怎么样，然后你要处理的时候又再重新再来一次，我想这个对人民来讲都不公平的。刚才他们都把这些资料都拿出来，而且从四十几年、三十几年，次长，你认为这个有没有道理？报告委员，其实这两个层次了哈，一个层次是地级的权力不清楚的，我们去清理地级的这个权力。对，你们去清理地级。那另外有一块，委员刚刚关心的是，现在在地级上权属其实是明确的，但是有民众认为这是他的土地，而不应该是国家所有。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这个两个层次，包括我刚刚讲的国防部也一样，他那个哎，国防部跑到哪里去？国防部没有来吗？来来，请你出来哈。我们把多少营地、大城一包，还有眷那个什么零星的眷地，都完全在没有同意的状况之下，本席建议你很清楚，包括那个碧北里，包括那些零散的，结果你们就把它送到国有财产署去，对不对？你们就把它移给国有财产署，然后如果他们那些老人家不搬家的话，你们就把它送到法院去，国有财产署是这样吗？对不对？国有财产局呢？那原来的那个地上物的，或者是地上住户的处理，都是国防部要去做处理的，不是我们国财署的处理。你们就把它送到那个法院去嘛，对不对？我没有。那个国防部。跟委员报告。那个有延长时间的吗？在。好。我们是依照国有财产法相关规定，如果要移交过去的话，要先做处理。所以我本席今天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国家对这些多年来在这里的人民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而没有办法视实际的状况。因为的确他们，你说三百年前的东西将要拿出来，或者是当时在战乱的时间的资料将要拿出来，其实你们都有资料，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拿到这些正确的资料的时候，本席认为我们不应该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处理。所以本席在这里今天正式要求，就是不管是营地，不管是我们建村那些零散的善地，我们请国防部就他们大，尤其是大城一包的这个部分，能够再深入去，是我们应该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他们自己再拿资料出来。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所以我想，不管五二零之后，我想大家都在讲转型正义。我们更应该面对这些，包括原住民的三七五减租的祭祀工业。我甚至要求内政部，你看你登录的只有60%去完成登录嘛，所以45%是大概神明地也都还没有登录嘛，对不对？完成的只有45%。报告委员，我们祭祀工业的统计跟那个结果你们这个没有弄好，你就把它下面地级就去跟他标售，对不对？我因为你们就让地方政府去标售，是不是？我们会先请他们来清理，如果公告清理，他们没有来清理，没有来申报。本席建议哈，因为你这个整个登录的比例其实是非常的低，只到45%，甚至只到有的部分只到60%，有一部分甚至不到一半。用这样子的方式，你就去跟他标售，那未来要再去帮他们讨回公道的机会几乎都没有。所以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追，但是我希望刚才本席所提的，请你们用书面的资料给我。好，好，是，谢谢委员。谢谢黄委员。我们今天登记发言执行结束，后面就主席您。那我想现在询答完毕哈，那所有登记委员，这个其他，包括徐真卫委员、陈怡姐委员所提的书面执行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且相关单位另以书面答复。那本日委员会议委员所提执行及未答复部分，请大家用书面来答复。那现在我们处理三个临时提案，请宣读。黄委员、周顺等四人临时提案第一案。
国防部应于产权争议厘清前，不得将争议营地圈地移交国有财产署，已移交国有财产署者，应造册列表，于一个月内拟具书面报告至内政委员会，以力解决相关争议。委员黄昭顺等四人临时提案第二案，原民会、内政部、财政部、行政院农委会、国防部、行政院退辅会，将历年民众陈情土地财产权争议无法解决之案件统计会诊成册，于一个月内拟具书面报告送内政委员会，提供修法参考。委员郑天才等五人临时提案第三案，请原住民族委员会转请行政院向本院撤回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宣读完毕。我们第一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通过。第二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三个案都有意见。我都已经宣布了，你才说有意见。第一案我的。你不能在那边聊天，他说没听啊。我们已经念到第二案、第三案，大家有没有意见？第三案有意见，那我们今天就不第三案不讨论，那我们散会，谢谢。啊，我已经处理了，你还要讲，对吧？好了，合调不要紧，你。